报告事项。各位同仁，那么今天的议程上午是市政讨论，下午是小组活动。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6月21日9时31分至11时49分指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详如附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1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郭副议长明斌、校议长署理。报告事项依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命议程专题报告，健康黄老园区。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本日议程专题报告，健康黄老园区，并请市长做简要报告。发言议员黄秋泽、张龙藏、张秀华、吴尚明、蔡文旭、王美惠、傅大伟、陈信之、蔡龙峰等议员，答复主管地震处长劳家博，市长涂醒哲，教育处长余坤龙，企划处长林文山，督发处代理处长陈永轩，行政处长陈宝东，环保局长张志成等单位主管。发言要点，黄秋泽议员探讨夫子内区段征收办理专案让售及标售相关事宜，地震处应掌握时程，且应改善红化炉空屋问题，对环保用地亦应积极进行规划，以免影响开发计划。张龙藏议员探讨市长针对校长遴选制度执行内容对外发表之回应稿资料错误及遴选要点法令未接等问题。张秀华议员探讨临时动议之定义，对校长遴选会议之议程未一议事规则办理予以斥责。探讨湖子内区段征收以专案让售问题，地震处对厂商意愿调查表应进行追踪，并对健康黄老园区简报资料有两种不同版本提出质疑。吴尚明议员探讨湖子内区段征收招商及专案让售事宜，建议是否应考量烟囱污染问题，并研议将健康黄老园区另觅地点规划。蔡文旭议员探讨健康黄老园区理念正确，是否应争取中央全力支持及专案让售等问题，建请是否应将空污及噪音问题以及休专区纳入考量，以利开发。王美惠议员探讨健康黄老园区应将单身组及烟囱污染纳入考量，应应朝先将园区完成建造再办理出售，并请环保局积极处理烟囱污染数据资料等问题。傅大伟议员建议是否应参访上海市造镇计划，将健康黄老园区朝三代同堂多功能集合式住宅区进行规划，并串联本市各观光景点以提升本市发展。陈信之议员探讨健康黄老园区招商不利之因，建议是否应仿效日本处理焚化炉之方式，并将湖子内区段征收之开发纳入前瞻计划。蔡龙峰议员建请市府推动健康黄老园区应朝平价化方式办理，以应用手指化及民众需求。散会11时49分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意见的话，确认市政讨论。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讨论。那么截至中午12时止的时间作为议员同仁的共同发言时间。那么依照早上议员同仁登记发言的先后顺序，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含答复在内是10分钟，请各位同仁针对市政来提出建议或者请教。首先我们请登记第一位黄盈智议员来发言。主席，我含黄陆会、陈信之、王美惠还有蔡文旭5位议员共用时间。好的，好，5位共用时间。首先哈，大家好，今天哈要含市长来探讨一个议题哈。就是上个月吼，嘉义县抛出一个议题吼，要来县市嘉义县市合并啦，啊嘛无经过咱的同意，啊这几天佫抛出一个议题，为着因的铁路高架化、因的发展要运作，要甲咱的嘉义火车头吼刷去水上，要甲咱这百年火车站吼，让它的历史任务告一段落啦，啊这嘛是拢无经过咱的同意啊。而且因个大动作吼，开记者会，啊嘛伫因个议会咧讨论这件代志，所以本席伫遮嘛要来探讨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嘛伫网络上吼闹得沸沸扬扬吼，大家网友拢骂声不断。啊，咱个市民嘛是一直拢咧骂这个代志。啊，但是敢若咱市政府敢若无听到，拢无反应，无听到咱市政府咧讲啥物吼。所以现在不知道我们的市长的立场是什么，态度是什么，是市长你默认呢，还是你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事情，不然请市长
起来回答这个代志的。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好，谢谢主席啊，谢谢黄彦志议员哈、啊。这个为什么会骂声不断？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种提案呐、啊。那一天有记者问我，啊，说，哎，有就说，哎，这个是，这个信息是对吗？哈、啊，你这个有些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觉得蛮匪夷所思的事情。我说，那个嘉义站。当然一定要存在，不然我们的市民怎么能够上下车呢？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是没有，应该是这个没有这种题目吧？怎么会有人会讲出这种事情呢？啊，当然，嗯，哎，这是自由时报问我的啦，不然有没有写的怎么样？但昨天哎，我看哎，好像嗯，真的是有在提这个案嘛，哈、哦、啊，真的有在提这个案的话，哈、哦，哎，那就是表示说有人的确有这样想，但是这个东西哈、哦。咱当然讲用躲灾修嘛，咱不可能哈、哦。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随诸其有太多哈、哦？我们主要讲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嘉义市的站，我们把姑且称为嘉义总站好了啦哈、哦。嘉义总站这个是已经有非常有历史的恩典，也是我们市民上下车最方便的地方。所以这个不绝对会存在。所以市长你嘛是反对嘛？哎，不是，如果哈、哦、他们都动了脑筋，是要把我们嘉义这站哈、哦，嘉义站，我们叫嘉义总站会掉，而把它弄到水上的地方，这当然反对。如果说我们嘉义站，你先改起来，对待起来，改起来处理嘛。他们希望在水上再弄一个站，哦，做得出来，那当然是他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嘉义县的诉求，他们嘉义县可以诉求啊，水上站嘉义县可以提他们嘉义县的诉求，但是他们哈、哦。把诉求到捞过罪，捞到嘉义市来，这当然是人家会笑嘛。说，哎、欸，啊，你就教你自己，说你水上需要一个很好的火车站啊，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坦白讲，我们也支持。我对于这个铁路高架化哈、哦，嘉义县很希望一起，这个我们当然是都已给他支持了。我当点了讲，他们探单努力十几档，二十几档哈。我们现在要铁路高架化了嘛？他们说：“哎，我们要拉着沙尾哦，你可以拉，但不能拉到脚啊。”因的意思当然是要把嘉义废掉啊！因北回咱机关厂迁去遐，因伊都已经有一个设计二级车站了嘛。伊即卖意思当然是要嘉义废掉，因要做一级车站，唔只安尼讲。对，所以这个部分哦，他要做什么二级车站，或是要做什么，比如那个是嘉义县的事情。我们只有支持跟祝福，我们不会跟他说，但是他不能捞过税来说，哎，改期你怎么买啊？你客来玩家，这当然不可能啊，这个会被人家笑的嘛。事实上，大体上哈，网络上其实生气的归生气啊，大部分都在笑说这种怎么会有这种提议呢？哦，所以这个不可能的嘛。是好，市长你先听这样，所以咱这嘉义县的行为哈，完全是拢无尊重咱嘉义人啊，把嘉义当作是伊的细汉的。啊，咱市长嘛是爱公开你的立场，嘛是本身伫遐建议啊，你嘛是爱开记者会来讲互清楚。无，大家市民拢咧问，拄着嘛是咧问啊，讲即马即个代志是虾米情形？哦，大家拢咧讨论，啊，干那咱市政府拢无表态，嘉义县即个态度吼，就亲像中国大陆对咱台湾相共啦，甲咱当作细汉的，完全无尊重咱，伊想要创啊就创啊，所以。并且伫遮建议吼，市长你爱公开表态。另外，并且伫遮你的看法啦，咱的车站要刷牙嘛是无可能。因嘉义县是一直想要合并吗？我的建议啦，即摆水上并入来嘉义市，大家来试看卖咧。咱来甲车站甲刷来水上，哦，这是嘛是无。嘛唔是讲完全无可能啦，最上先并入来嘉义市，大家来试啦。哦，阿弟家以上。好，接着我们是不是请黄都会议员延续后续的时间？谢谢主席、市长、各市府的一级主管哈，各议员同仁，还有媒体记者，先大家早安，大家好。市长，刚才英姿议员有问你哈，你刚才有讲到他在北回要设站哈，我就很明显的嘛。嘉义县吼，伊阿爸因为都是希望，搞我们嘉义市的火车站南移哦，他是希望把它南移，就设在他们北回那边。
所以我希望市长这边哈，你可以慎重的再表明我们的立场，给那个民进党团哈，所以联合质询，就是希望清清楚楚表达我们的意见哈，我们反对的立场。没有道理说哈，嘉义会车站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而且周边我们的周边的建设已经非常繁荣了。你要把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的火车站，你去把它移到一个鸡不拉屎脑生蛋的地方，我觉得这对我们家是一种侮辱啊。那这样子侮辱不能一次又一次哈，咱点点不出声啊。像刚才市长你讲的，我们不要随之起舞，但是已经欺人太甚哈。我觉得已经目无，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哈，好像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了啦。现在网络上一片挞伐，就是说我希望讲市长是不是个因为我们嘉义市捍卫我们嘉义市的发展哦？因为铁路高架化，它其实长期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就是希望城市可以发展。嘉义基东固一来，因为铁路的阻隔，然后分割成两边。那铁路高架化不但说它可以解决这样的阻隔的问题，它还可以带动周遭的环境、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火车站的效益。我们可以重新带都更哦，然后我们火车站附近，我们可以再创光荣的一个城市的发展。那所以我现在在这边也要再一次请教市长，如果因为被安慰者，我们该怎么做？市长。好，请涂市长来回答。这个部分哈，我那天有跟记者哈讲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那今天在议会殿堂是一个最好的，比记者会更好。我在这里很清楚讲，如果铁路高架化，要把我们嘉义市嘉义站，我们姑且把嘉义称为嘉义总站，那这个要把它废掉，好让它在水上那里变成嘉义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市民的出入的需求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当然这个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嘉义总站呢？如果他们要变成嘉义南站，我们还有一个嘉义北站叫嘉北站，那我不反对，那我们甚至可以给他支持。也就是我们嘉义有一个嘉义总站就在我们现在的站，另外一个嘉北站一个嘉南站，这个我可以接受。在以前我们省辖市的时候，事实上水上跟太保也是属于嘉义市的啦。那后来因为变县辖市，后来又变成省辖市，闹条件能也就很问题啦。所以他们跟我们城主相依，很想说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排斥接纳他们。但是想要把我们的火车站废掉，好让它在水上，这个是我们坦白讲有点叫匪夷所思啦。那这个其实是一般媒体炒作，因为我打电话给这个王国彩处长，我问他你们怎么会去开这个会呢？有这个会吗？他说不是，这个是蔡宜义立委有提，没有错。他说那提了一下呢，他说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很他，所以蔡宜义委员就说那你怎么会一下子这个会时间请继续40分钟。他说你怎么会一个火车，表示他的态度是不赞成的，总是讲得客气一点。结果他说你怎么会说他不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知识体大，总是要跟嘉义市去讨论协商，他后来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变成说这个事情是地方要协商的，其实他一开始就被他打脸说你怎么爆火车呢，意思说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因为他立委嘛，所以他客气的讲说就要讨论。但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有哪里的人在讨论，每个都是在爬花啊。我说这个东西还要继续讨论吗？林市长，我记得有一个原则哈，会讨论的小孩才有糖吃啊哈。我从县市合并一直看到现在说要把我们火车站南移哈，这个种种的迹象哈，一直有一种让人家有一种匪夷所思、傻眼的感觉哈。有些人为了政治利益哈，完全不顾人民的权益哈，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啊哈。民众的钱无遐好开啊哈，大家百姓拢辛辛苦苦在赚钱哈，所以说今天要把嘉义火车站废掉，然后南移到北回，我不知道这是存什么居心啊。但是城市共荣共享，我支持。
但是每一个社区一样发展伊家己个人的特色，而不是破坏人家的建设。没错，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反对哈。所以今天我们党团强烈在这边哈反对，也支持市长哈勇敢站出来哈。我们要捍卫我们嘉义市民的权益，要跟嘉义县说不，因为真的从长期以来，只要是跟嘉义县市有关联的东西。他们就一再二八英文好像你改起这样的呢，市长，我觉得我们要站出来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嘉义市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啊，而且我们很清楚的跟中央表达，不是说我们点点就想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已经侵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可以跟他们共荣共享，但是你要拿出你们自己的实力来啊，那个谁说你完全没更闲，你们要破坏哪个更闲啦、啊？对不对？这很好笑呢。所以在这边，我要再一次，是好笑的程度啦，再次要建议市长哈、该站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站出来，捍卫嘉义市民的权利。我们要清清楚楚跟嘉义市讲、嘉义县讲，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在这边，我再拜托市长，可以为了这件事哈，坚持我们的立场。好，以上。那这个我们哈，如果我在议会殿堂，这是最严肃的民主论证的地方啊，这样很清楚的讲，这是不可能的。请他们哈，我们会支持他们去做嘉义南站哈，变成水上站没有关系。要动我们嘉义总站，就是我们原来站，这是不可能的哈，这个很清楚。那必要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来开个记者会没有问题。坦白讲哈，会吵的、乱吵一通的，就会有糖吃，这不一定。这不一定，很多事情可能要认真去做，鸭子划水都没有关系，能够成功最重要。像这次闹一闹，大概也许是大家有说哦，你有替我们县民讲话哦，可能他们是要得到这样子的但是真的会变成真，坦白讲，大家不是说没利用头壳哈，所以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啦。但是这种东西我们也不能扣谁啊。对吧，我们嘉义市民的心情你也要考虑到啊，好不好？对，所以市长在这边真的，所以我为什么就打电话给那个王国才处长，因为他当天是当事人嘛，我马上就去跟他一方面厘清，一方面澄清，说明很清楚。好，谢谢。好，接着我们请陈姓之议员来发言。议长啊，市长哈啊，咱的市委主管，我议员同仁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哈。自开始你咧讲嘉义县，一直想要孝顺咱嘉义市的时阵哈，啊讲讲啊真，啊我前几天拄啊伫一个协会内底、工会内底，我拄到蔡议员啦哈，啊伊就咧甲我问，我当场我就甲讲。我讲恁嘉义县真正是有够阿爸阿爸，恁真正看阮嘉义市这尼啊软，但是为什么会予人感觉讲看阮嘉义市安尼软土深骨，一直硬要甲咱食死？但是就是咱家己的态度嘛有关系，吼、哦！我即马要来请教咱交通处吼，处长，我请教你。台湾离目前甲近，有对一个火车站有疑鬼无？好，请交管处郑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哈，谢谢陈议员，我的了解是台东。台东。嘿，台东市。啊，疑了啊啦，台东那个火车站本来是伫市中心嘛。本来伫市中心。啊，即马甲移去较偏僻嘛。对，嘿，啊，落尾。啊，即马市中心咧，即马变哪啦？啊，市中心伊就规个迄个商圈啊，规个没落吼。啊，然后包括讲，因为变作坐到台东站，要阁翻头去这个合作这个台东市安尼，所以讲。阁倒转来。是嘿。左边颠倒边啊，吼。是。所以来，啊，你请坐吼，市长。我伫遮要甲你心中甲咱讲，就是讲嘉义县，伊讲即点卵足营养，吼、哦，两千食无够，两银佫顺续要食来斗，啊，即马含两银，伊讲着两千佮两银食较营养，但是即马有营养，即马含两壳都要吞，这两壳，吞了若无势，可能去过世呢。啊，你嘛甲讲。两千到两银虽然做营养，但是胆固醇非常的高，
你叫唔通食伤济，食伤济，若血紧去读咧，我会敲伊。真正唔通看家己起正人，我嘛希望恁各局处爱较坚强咧，要硬起来。恁的态度就是要家己关，根本拢讲恁做硬的，所以家己关咧，才会敢咧对咱啊咧。所以我今嘛要甲恁讲的，就是讲，因啊，如果真正要这个样子，那咱师傅的态度是咩啦？是要规组出来中央搁甲抗议，吼，还是讲好啊？点点好，那恁拢唔出声？你个想哦，咱嘉义市的咱的周边所有议员非常的认真在监督咱市政府，让咱嘉义市今嘛目前已经成为真正会当讲大好，交通也好。啊，嘉义县的啥无爱去想一下，你咩好将恁嘉义县去打造一个特色出来，唔是干食饱营养，拢在咧孝顺嘉义市，人咧讲的啦吼。安尼哦，一句较早一句俗语，啊，什么要做，什么要食地瓜骨啦吼。啊，我咧想想的讲，啊，要贵搁要食地瓜骨，啊，我咧想想的讲，啊，地瓜都无骨咧，啊，所以想啦，妄想嘛。啊！一日到晚在跟咱想家己钱，无爱家己捐款是要哪去？让因较会发展，让因的国民会搁较好，让因的建设会搁较好。啊！无过一日到晚在想咱家己钱一块块啊！所以我感觉讲市长，你一定要硬起来。你唔通让因家你看作正人，你查甫的呢？你男生呢？对不？所以我希望讲今天。我们民进党的党团将来唔要讲五个吼，社会咧联合结算，所以我希望讲这个是知识体大，咱嘛爱出声，袂当像你头先讲的讲啊，这是因凡讲讲的就好，但有时啊讲讲的嘉义市啊，咱真正拢无发声的时阵，伊当作这是真的哦，但我嘛讲话恁嘉义市都没有在发声，嘉义市都无声，啊，你可能你盲目默认哦，但是唔是呢？好，所以我们今仔呢？哎，会招到阮啊党团这五个来今仔做一个联合执行，都希望讲咱嘉义市政府咱的态度，我们要坚定。咱当然，如果伊若讲要安怎做事，那咱有啥物有啥物应应的对策，咱要安怎来做，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他？唔是讲点点袂使哩。好，所以我希望讲啊，咱的市长还有我们的事务团队。针对着咱的铁路高架化，针对着咱即马所有要再怎么来处理，哈、哦，因要安那个去建设因的代志，咱是咱的代志，咱要安那做是咱岛的代志，因要安那个去救咱的三级尾，迄嘛因的代志，但咱都较老咧，因要安那个去接，要安那个做，那是他们家的事，袂使讲啊，咱都现成的做好，恁拢无爱去努力，人努力才久的一个成果出来。您要不要搞恩 U 阿卡？我觉得这样子太恶质了啦，吼、哦，太恶质了啦！我希望讲，咱市长你要拿出你的魄力，你是咱的，你要出来算的薪水，哎，欺骗台湾头呢？你唔能变作欺骗台湾妹呢？吼、哦，要拿出提出咱的魄力来，真正做台湾头。吼、哦，我希望讲啊，你家很语重心长，希望咱。爱好好啊去讨论这个坚持，咱就是要按哪来做。你也看，咱的转运中心也好，咱头前即马阁开会，要阁整理个好势。所以，我们这个周边哪个来铁路高架化，还可以带动我们现在火车站所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回荡回靠欢迎，卖回东西来阻隔，这个是对我们嘉义市是很好。所以我希望讲，如果火车站要拦你，你一定要很坚持的讲出。我们绝对不同意，阿来好不？请电话来好不？好，请董事长来回答。啊，这当然这是当然的事情了、啊、哈、啊，会让我们陈新议员哈、啊、这么愤慨哈，那么大声疾呼啊，这当然是做得太过分了哈、啊。那这个太过分，其实是有人就要提出来，那当然不可能成真嘛，我们怎么可能同意呢？所以我在这里再度哈、啊，很清楚的讲说，这种。那个有一些是不是嘉义县我不敢讲啊，有一些立委的提议想要把这个嘉义市的火车站汇掉啊、移到水上，
这个部分我们嘉义市绝对不可能同意。对，你甲讲嘉义市绝对不可，啊嘉义市嘛细细啊，尔卖身材叫伊笑伤。啊，若袂，你甲提伊一个，你甲讲阮议员咧建议，叫伊去建议讲无总统府搬进嘉义县啦。伊若知了总统府搬进嘉义县啦，安尼才是牛啦。啊，毋通叫伊甲想想要照想咱嘉义市即地啊，好叫总统府在条搬进嘉义县，啊，拢咱无反对。好，我来接受大家。好，谢谢。那么继续请王美惠议员来发言。主席，市长，他拄啊，阮足侪议员来讲，讲嘉义县哦，鸡卵内面的两千啊只，两百啊只，含这个口，搁要食。市长，那食了，你看这粒卵哦，这粒卵哦，食了会安怎？变豆花啦！会太看死死啊！市长，有时啊一粒卵豆豆啊吃就好，唔免吃到这落型啦。市长，这变豆花啊呢？这变豆花啊啦！市长，我自做议员开始。十二当官，阮个民进党个议员，大家拢非常个拍拼，时间袂拄好，有诶一点几个，一点几个，阮讲家己个主题，有史以来，民进党也毋捌五个议员联合质询，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即件代志。太过超过了，市长，你来想看卖啊？五个议员，搁爱半工时间来联合，来甲你讲这个代志，因为私底下甲你讲，可能嘛无法度。搁像你头拄仔讲的，记者会比伫咱议会讲的，议会讲的好好。所以阮五个议员，搁爱伫议会甲你讲，他拄啊，黄元志议员、黄陆委议员、陈宪之议员，搁加我、加蔡文旭，你他拄啊，互阮的三个议员的回答，我听甲脚袂手袂冷的，真正你真正人私底下讲你莫名的冤家安尼哟。咱是已经在那里出卖啊！你还阁唔知影？市长，你去几天？交通处处长是啊，市长王国才，人已经来勘察现场。市长，这唔是雄雄立委讲的呢，人是有计划的呢。市长，人伊阁安怎来用？你敢知？阁讲这个计划袂歹，这个概念袂歹，这做有前瞻性诶，赞！市长，敢是安尼做吗？敢是安尼做吗？市长，你头拄仔回答讲，嘉北会使做北站。因若要做，最想要做南站，搁予伊做南站，市长安尼是毋对的。咱不管伊要啥物站，咱家己市的车头做上大站的。我不管你最想要做啥，市长，你知影无？迄是因的代志，甲咱家己市无关系。你毋通跳入伊的陷阱啊！伊个是要啦，最常用南站，咱这边要用北站嘛，市长，你爱看好清楚，听好清楚，市长，市长讲的哦，讲这种的真好哦，市长，你敢有想过，今仔日最常若做一个大站开，家己市站变成啥？就是变成今麦的车票，加最上站啊！
市长，嘉义市的发展，真快就看这个车头。你有看最近无？板桥车头，大家伫遐唱歌。当这是板桥的车头，偌久偌歹。市长，我已经避开，啊，将近要甲你讲五分啊。我来你请教一下，今嘛你认为安怎好？来，市长，好，请涂市长来回答。好，谢谢王美惠议员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哈。你可能是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我讲的是说我们嘉义总站，我们嘉义站就是变成嘉义总站一定要存在的，这个是已经我讲两三次，就是不可能。一定要跟人家过去，所以他们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对。我跟我娘，我唔是听无清楚啦。我逐天来坐伫遮，我无讲嘛，听阮别个议员一讲，我听得足清楚的。我是讲，南的南站，南的北站，未来南万里，嘉义火车头，只有阳台就好啊。这不可能的。但我就是来你提醒，我唔是听你唔对的。有。我真认真来到遮个议员伫遮来。我敢会去听你唔对？這個我就是讲你想过故意，听你答应人安尼做的事，這個、未来的时阵要安怎？对，市长，这不可能的，嘿。而且，伊若讲家里人也袂做，你袂无？交咱电脑什么？车头。无那个车头，古板车头，因为车头，因为车头。袂用嘛，袂难伊讲啊，迄、那个2.3公里尔近近啊，啊，搁家里家己去后方站，啊，搁一地啊尔，这不这你会无？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市民要进出的方便是我们最大的考量。一定，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考量。当古以来哈子，诶，主管已经把咱家己去高铁给放弃啊。所以未来咱嘉义站到这，你爱去争取来，不是干做尔哦，是爱搁做顺的，不是干做做的，人是要争取嘉义之星的，市长。当然，这个是关键。虽然我未听，包讲我嘛未听，但不过我会去问的。是，市长，我会去问的。对，嘿。你未干吗？嘉义关只嘉义市，这人够搞是无？真正软土深棍的市长，市长，你看气甲会起糖尿病啊！你看气甲会起糖尿病啊！市长，北北嘉义关市，厝边都是爱互相照顾，不是伫遐打压的。是，今仔日。朱先生，市长你还袂响，应该以后也你看家，不是两月三月，都要来摕家己市民的物件。市长，是，你有看到这无？来，你念一下来。有。来，啊，大声的来。你应该摕对边我看有啦。摕对边哦。因为摕对边多好尔啦，因为这我多好啦，这导行啊，袂使啦，我袂使摕对边哦，你看，安尼无礼貌。做人哦，哎，真正讲话来，要食人教教，两头亲骨啦，两头亲骨嘛，食人教教嘛，对啊，所以是你当然会有这个想法，讲这是很不应该的啦。我想所有市民嘛，感觉讲我就想过分啦，哎，就因为嘉义县那边发展，咱也无甲反对，是的，我都对咱好。我拢感觉安怎想，搁想袂响，咱嘉义市较早前辈打拼。到有今仔日的到这，家己管要学人不要紧，唔好食金龙破瓦。咱家己吃饱拼偌久啊？你要对人嘛不要紧，唔好安尼，真正真歹过。是，这是对的。是。我伫这来讲，你唔可以伫听家己管的话。包括嘉义市的火车站的广场，伫遮我心中讲，交通处要立即改回来广场管理市民，无需要。
论的，互因公车一停。市长，我今仔非常的生气，真正非常的生气。你今仔你要有啥物？你上无？市长，我来问下，伊讲要来你的时，有来你办公室来讲无？还是有打一通电话无？有无？伊这当然无了，有啦，叫就无伊啊。市长，我来讲一件代志。伫我上可靠的诶资料，迄天毋是向阳讲诶，是足早个规划啊。嗯。所以市长，咱个车头做好是爱做水呢。当然，当然。哈、哦，这是咱即马嘉义之星上重要，就是要对火车站交周边家吼，就先。啊，你个意思就是讲，咱嘉义市个车头同款伫遐。是不是安尼？不是伫遐尔，以后会为了破亮点，我做一个非常非常哈，能够更加一个亮点哈，让大家能够抢我哦。我拢做完了呢，做完了讲做个家己去，会像吃白安尼呢？没有。变拢无人去，安尼一个过站尔呢？没有没有。啊，今日来哈，是我们嘉义之星。最亮丽的地方哈，这我爱用心啦、啊，爱用心啦、啊，好不好？咱用心，咱哪会讲安尼？咱哪会讲安尼？你都要紧去查看麦，去问看麦，去找看麦啊！无啦，未使胡讲安尼，那像家己去当伊嘞。无可能，迄个时候要扰乱。哎呦，市长，无可能，往往来发生啦，无要紧啦。无啦，无可能。哦，无可能，你来发生。那么你也反对，无我这议员来反对啊？你个才死呀！你对啦，对，一定不知道发生。市长，伫遮，我来你讲安尼，你家己去考虑。是。出来的时间，好，蔡文旭蔡委员就结束。以上。好，谢谢，请蔡文旭议员发言。多谢主席啊，市长咱各位市议会主管、议员同仁、记者小姐先生，大家早早。伫遮，我先请教咱交通处长啦，吼，就是讲。咱嘉义市打拼28年的这个铁路高架化，甲这个车站的站体规划是不是一体？来，请处长答复。请郑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蔡议员哈。铁路高架化哈，咱火车站前这是一个 C 区，一个车专区。嘿。这其实上含咱这个车专区的开发，其实上是含这个合作铁路高架化规个合作会啦。嘿，对。所以是一体的开发安尼。所以那一体的开发，咱迄阵评估会安尼设计，主要要予咱嘉义市带来什么款的效益甲前瞻？这部分车吼，相对这个合作西区的这个车专区吼，咱的定位吼是定义就是服务咱这个嘉义市以外所有的这个合作周边的地区吼，拢会使踮嘉义这个所在做出入的这个合作出入的这个车站。对。所以这个部分车以迄个车专区的开发，甲咱迄个合作往这个合作北门迄个方向的部分车吼，大概有一个 B 区、C 区的一个整体开发。阮初步的计算，大概这部分车大概有将近有可能要到40个左右的一个开发的案啦吼。你当批到这个合作，这个车专区的部分这个吼，这是含咱迄块规个合作会。是。对。所以即嘛，嘉义县底下咧怨叹就是讲，站体新的高架化的核心，客运的核心，伫咱嘉义市啦。但是火车的调度场，甲平对因拔回去啦。伊讲吼，鸡卵拢生伫家己市，鸡屎拢放伫因嘴上啦。安尼，即个火车的调度场，主地伫咱家己市嘛。啊，刷去拔回，主要这是啥物款的考量？第二上者的决定。大家报告吼，这个铁路调度站吼，迄是铁路局的伊会使主管的项目。是。那因为这个合作铁路调度站吼，咱即马北边的算是有彰化，南边咧高雄。所以这个鼓励来对遮，主站的算选择铁路，伊选择就是选择咧嘉义市。是。哦。因为这个铁路调度部分，则是算铁路局本身主管的项目。所以当初伊毛针对这个周边的部分，才会做一个评估。这是铁路局的决定，大概就是选伫这个水上安尼。所以一定会建一个空间较阔、较好势、较近的所在，做一个这个铁路的调度场嘛。伊总无可能讲伫新的站体、新的客运的核心要起起来时阵，同款搁伫遐，安尼当然就变作无利便啦。但是我今麦过来请教。那确实像嘉义县的立委乡长、民意代表一直坚持的讲，
那未来新的高计划的站体刷对北回去，甲因的铁路的调度站做伙，就未来就是春加北站，啊加北回站啦。那安尼，这个铁路高计划对咱嘉义市有啥物价值无？还是有啥物应用？同样报告吼，咱铁路高计划的部分，即计划如你所讲，已经28栋啊吼。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上已经是走到现在来啊吼，其实上已经是伫个核定的这个边缘的嘛吼。嗯。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即你讲要做一个更改，迄其实上可能要规划更来啦。所以就定义就是重新来过啊。对，不可能。无在咱底下拍片啊，28栋。按照一行政定书上，你个安尼改的时阵嘛是要个规定来啦。所以安尼，就是其实职称上也是不许可的事情。不许可啦，对。好，那安尼以你专业的评估啦，哈，咱目前嘉义市火车站安尼一天出入的人口数得偌济？客运的人数？那语言报告哈，这部分只按照铁路局的资料哈，每一天。每一天2万1000以上的人次，啊、哦，都2万1000以上的人次，啊，咱嘉义市是一个一等站、一等站、一等站，哦，啊，即卖最上的数据部分，即伊是一个，伊是为三级站已经降到，降落变作简易站，嗯，所以即卖这个简易站是你啊嘉义管，只有你所在哪咧最上站一天出入的人数偌济？因为一个简易站其实上已经足少人啊，所以大概咧，大概可能我在想可能。未超过1000人的左右吧。未超过1000人。是，我认为是安尼啦。所以咱即马变作，伊希望咱个21000的人的车站，做那迁就因，啊，甲刷去因遐来迁就1000的人的车站。这样咧讲起来，这个思考逻辑实际上是还是未通啦。因为车站的设立是自然形成的，他今天今仔日会当成就正做一个一级的车站。绝对有伊历史的原因，有伊经济条件，有伊人出入的这个需要，才会安尼啦。啊，若无伊最上，那我都一早就变作自然形成，成做一个一级的车站啊啦。今仔日伊若有1500个、2000个，那安尼来甲咱主张，咱有可能感觉讲安尼无话讲哦，人安尼热泼泼安尼，人哪来哪济，哪来哪加呀？啊，咱人哪来哪少？那安尼就变作，迄是趋势，迄就无法度。但是即马看起来是硬，要安尼甲刷过，我感觉安尼就甲专业上的评估就差伤济啊。好，你坐咧哈。来，我请教秘书长啦，你嘛是交通方面的这个专家啦。就你就交通的专业来讲，就是讲好，那嘉义铁路高计划了，甲站体刷去。北回，安尼对咱家己有啥物应用？是不是你会当讲？赖秘书长来回答。好，感谢议长，感谢蔡议员。哎，我首先来回答头头黄盈智议员所讲的。其实市长有训练啦，阮伫20号的下晡4点哈。我有对时那个那个东森还有时代这两个电视台有来当面来发表咱的立场，对讲咱家己是无反对，以最上个新设一个。站，因若新设站，迄是因伊个原因，咱从来嘛是无理由共反对啦。但是因为伫运量来看吼，咱嘉义市这站是无可能来取消的，无可能。所以是爱希望嘉义县的官民来共同努力，啊，咱来甲这个站做好愈大安尼。所以我举两个例来报告，第一就是。咱去看实际上的这交通运输管理，这个大站边一定要有吊车站。嗯，啊，嘉义本来就是一个大站，吊车站到底咱的火车站的边啊，所以咱的铁轨路有10多条在咱火车站内面。我知。啊，咱利用这高计划地，要把这个吊车站的这种的较会属于所火山的运转的这个功能，咱去跟咱周遭的来做结合。嗯、所以，在咱交通部的规划时，还想唔免过桥，在水上，水上伊甲嘉义其实连做伙，啊，伊遐阁是农场，阁是农地，遐居民较少，所以伊就近来甲嘉义结合，伊都会当相辅相成、嗯。所以我不只是建议。咱嘉义县的官民吼，啊，甲立委共同努力去建立一个北回这个吊车站，嗯、甚至伫咱的这个新这个西横路遮，搁会当加一个叫做加水站，行、嗯、啦，伊距离有够。
啊，咱来改想象，我是要做台铁捷运化，北回啊一站，加水站的站，嘉义是大站，也当对外连贯到咱台北、台中去到高雄，所以伊的主要的目的是安尼，而且调查站也利用安尼来去繁荣地方，安尼，那么乐见咱的嘉义市附近的周遭做一个好业界，对，当来咱嘉义市消费，对咱是相互相。所以那是像你安尼讲，就是讲嘉义站。的存在，就是咱要配合以后铁路高架化来发展咱家己上界重要的阶段嘛。是，那这个站无伊刷对北回去，铁路高架化对咱家己是一点啊好处都无，嘿，对，一点啊意义都无嘛。啊，好，多谢你哈。而且我请教咱市长啦吼，就是讲拄啊上交通处长甲秘书长，因两个伫交通方面会当讲拢真专业，一个认为伫理论上。在专业上是无可能刷对北回去，意思就讲在实务上嘛无可能，因为足侪火车站的站体有法度正做是一级的火车站，是自然形成的啦，自然去成就的啦，唔是讲人为刻意去甲硬塞的。伫只我请教市长来讲，在专业在实务拢无可能刷对最上去。是安那因的立委、因的乡长、因的议员，这么啊侪人，要来一直主张这个代志，你敢了解因的动机是啥？来，请市长，请涂市长来回答。这吼，咱我头下先去甲这个秘书长讲的吼，首先我对这个嘉义县、婚姻县当兴旺吼，而且咱做。因以乐见其成，而且他们讲会当帮忙支持，我们尽量去支持。因为因啊，真会当兴旺起来，因为人会来咱家消费，咱家己72%拢是叫做服务型的产业，所以因都也我无欢喜，我唔是讲无爱因好呀。啊，所以哦，这点哦，因可能这是政界的问题啦哈。蔡英文总统的回答啊，学生啊，为了记者下出来，为什么要给嘉义市？铁路高架化，一公，因为嘉义是赢家家的交通枢纽，它叫整个发展中心。对啊，不是为了咱27万的人要铁路高架化，是为了整个地区。所以这个宏观面哦，他们搞清楚，搞不清楚，他们以为说只要把我们压去，他们就提起来，不是？是我们是希望他们提起来，来我们这里消费，我们更加提升。我喜欢你啊，发展这么乐观呢？共同发展，咱拢乐观起，乐观起想，毕竟大家生活拢做伙嘛。但是我今麦咧讲的，就是讲，好，因对立委、对乡长、对这些这么啊侪官议员，是酝酿这个代志出来。是，这就拄好每位议员讲的，这不是一工两工的，是，这有可能是足够的酝酿了，照着这个王国材市长来了，他做一个引爆起来。当然，就安尼因这个酝酿，因这个要杀这个物件，你事先敢知？我唔知，但是我会当体会讲因吼，长久以来吼，讲要优待的啥物啊，啊，但是吼，刚优待5000万的规划费吼，他们可能想说，我铁路高架我嘛不哈，啊，当然唔是讲这项卖尔啦，可能其他长久以来，佮一直感觉讲，咱是迄个蛋黄，好像何康拢那里去。啊！因拢咧，什么比赛，什么，讲这种情绪的话，其实不是嘉义区吼，当然需要嘉义管分管分咱改分。但是，那今咱叫人搞叫，还是要义卖比较方便，要来去铁道各方面，会拢会结真好势。所以这个变个吼，咱要想代志吼，爱想讲宏观，卖讲刚才小小去讲好，好像咱这么想重来吼。唔是讲直接，伊咧讲叫阮讲给，你啥都要完全袂使拉脚。那现在想的是赢家家怎么样来共荣甚至发展？所以为什么提出说应该有赢家家发展基金？对，300亿。我刚说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一个意见给中央？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的确相对于其他地方哦，他们讲有较散，有较老啦。啊，因两种价值观、婚姻观有较散、有较老，较无消费能力，咱家己。其实当然我也受到影响，所以这整个地区的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想法。咱安尼讲，但有人想法比较咱安尼讲一点啦，共同发展这正面的，对，咱爱互相斗相共，因为咱拢家己人嘛。是，但是若讲要去影响到咱的权力甲发展，这当然不可能，这个想法是不可取啦。这当然不可取。但是我即马
本席要甲市长交换意见，就讲伫专业伫事务上都无可能刷去啊。不是那因要炒作这个议题。我想伊先要甲中央吼讨价还价，或是讲吼要甲地方吼讲，但我冇替你恭维，也就是说虽然不可行吼。稍微炮打一下中央，让县民能够说你管我管你恭维，这种做法哈，这个有的人是会这样做了哈。当然我是比较很少这样做，我都是鸭子划水，认真去寻求解决之道了。但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太一样。是，但是我本席跟阮党团交换意见，就是讲。这个代志是无可能的，未来嘛无可能，交通部嘛无可能去答应，不可能。但是因一而再、再而三炒作这样的议题，其实公正间呢造成咱的困扰，嘛等于讲一直给咱吃豆腐啦，对，哦，一直吃咱的豆腐，你搞对了。困扰无是靠中央有咧买单，靠困扰啦。嘿，啊，中央买单就是他希望中央输出更多的筹码哈。所以我希望是丢你安尼。因为你拢爱去开行政院的院会嘛，哦对吧？无啦，哦，不管是你拢爱去行政院，我感觉你爱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是。哦，党中央也好，也是哦，行政院也好，拢爱知影这个代志。因为这个无成熟的物件，甚至无可能的物件，这个议题一直炒作，公正一点意义也没有，作弊做啥？政治炒作尔嘛。政治炒作对咱来讲造成咱的困扰。阿妈讲这，大家遐尼啊无闲，搁着浪费遐尼啊侪时间，无出来讲搁袂使呢。即马就我遐党团啊，你讲啊，咱拢去点点，到时用动作讲，咱甲咱默认，还是讲咱默许？啊，你后转硬撬落，有一间话掀起来变白，继续咱困醒起来讲啊，啊，阿龙无决定讲要甲咱家己的火车站刷去北回。迄个后悔来不及嘞，所以虽然我拢有加媒体，伊嘛问我，我拢足讲啊真清楚，但真感谢今日恁还有这机会哈，在议会殿堂非常清楚的讲，这个哈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我当然会在政治层面的哈，其他的是那过马灾，所以我为什么马上打电话给王处长说，哎，林姐那。坦白讲哦，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啦。是啦，我也希望讲，咱适当的表示咱的态度。是，当然。咱也不是讲啊，大家要无欢喜，为着一个议题，大家面皮加二人拆破面，迄拢无必要。但是咱嘛要让人知影，政治上界重要的是沟通的艺术啦。是。要发表任何意见，那是要影响到别人的。照讲，那礼貌上，伊爱甲咱教会者，就是甲市长教会啦。讲，哎，阮有这个想法，阮想要讲，唔知恁的感觉安怎，唔知恁的同意未？我感觉，那沟通一下，嘛会较好啦。啊，那拢无你啊，拢唔知议会啊，拢唔知别个啊，就安尼，立委啦、乡长啦，遐尼啊侪议员，十外议员呢，拢讲无论安怎，一定爱争取的呢。啊，所以咱的感觉讲，所以关键这个案根本不是成熟。所以他不会跟你讲，他是要炒作，要让他的圣名说，哦，我马上替你恭维，对，感觉。啊，所以你看在媒体、在网络上，伊会干嘛讲？咱家己市的民意代表，咱是人民委托咱出来，咱马上表态，咱马上适当把咱的想法讲好清楚。那安尼的时阵，下面你一直去甲咱吃豆腐，我感觉未来，原来还有其他的议题也搁造出来了。啊，所以你话个评价呢？我唔敢讲啦，因为吼有一个人对我乱吼，啊，恁家去对其他去胡乱在讲，迄有啊人一看讲，不成熟个恶别讲，但咱也不得不表态。但是我们一旦表态吼，严强一，这效应哪会？你说安怎呢？先讲哦，过来过来过来，大家不是拢做哦，一言啊，你叫我领先问出来啦。是，有的人这是一种政治的一个炒作的过程。我想也是安尼啦吼，咱既然讲强调一个良性的沟通，那我希望我嘉义官、即个行政首长也是民意代表，怎样来讲，我们都乐意，您有啥物意见？提出来，大家沟通一下。我们当然都卖讲，拢无甲咱教会就逼出来。安尼有大家讲，引起一寡咱家己市民的不满，引起民意代表的误会，造成市场的困扰。其实这拢唔是好的现象。那真正有生意，好好啊坐落来讲，可行，我们可以帮忙。
如果不可行，伊嘛是要尊重咱的意愿啊。我讲咱无一定会呗。伊若果不可行，伊去讲，虽然我已经跟那个嘉义市长也反对，但是我为了我们，他伊买单公投啦。所以哦，这个部分哈、我们只能表达我们自己非常坚决的反对有某一些政治人物这样子的火车站来你的一个意见。我们嘉义总站绝对要存在，继续存在。啊，至于嘉义，节省时间哦，我们有意愿啦哈。谢谢。来，市长请坐。交通处处长，我刚才来你请教的，本身来问的，您现在所做的广场，有可能这个退后，这个又变更设计了？来，处长，你变态回答一下。请郑处长来回答。谢谢议长，谢谢王议员，议员你提到的是那个叫做咱那个站前那个公车，公车要上下的公车，因为当时是本身来讲，遐拢常常塞车，遐规划伫遐无适合，甲恁坚持要规划落，当时是恁老公，甲个互恁发包，若认为无好个，咱再来变更设计。到今仔日本身所了解，完全拢无改变。处长，即摆我来你请教一下，未来交通若作乱的时阵，你要安怎？你这有啥嘛？跟议员报告哈，当初阮迄、那个按照这个原来这个设计，当初已经讲过啊，我讲已经意见哦，连到今嘛拢无叮当啊。是，我是讲恁，我今嘛要互你讲，你认为袂塞车，赶快要安尼做是无啦？跟议员报告哈，这部分车哈，阮想我有请一挂专业的技师哈，啊，甲咱有一挂访问啦哈，啊，所以专家，我是安怎来问安尼？你啊，这啊，我拢去看，搁撞到恁科长，伫遐嘛塞车塞到安尼，搁来未来公车伫遐难道袂通吗？为什么咱无爱事先想好来做好，卖讲塞车，互百姓开车，会当私事，会当交通。来，延长两分钟，是不是安尼？谢谢议员哈。这个部分车吼，迄、那个咱即摆我无要甲你争论会塞车袂塞车啦，我即摆要甲你讲，会使让百姓去到车头，较舒适个无？有这部分车是恁的期待，咱嘛希望是。甲你期待个无多啦，跟你都加高顶去看，你唔着加去看，你有时啊，你爱爬去伫个路桥顶、天桥遐去看物啊车啊，你知影偌济家己市民？今日是谁拢去外地无？回来伊拢开车，甲恁今仔恁即马为安尼啦？这个连续假要去载囡仔，搁塞车塞到安尼啊？处长，我的意思唔是讲恁爱安怎去做，我的意思是讲哦，未来咱的车头的广场做了实事，予人你就是要用运作的嘛，要用用的嘛。是不是爱车，佫会当佫交通佫较好？真正我足担忧这件的啦。真正我今仔要来，我佫烦恼讲，真正恁南界真正未来走了呀？不是长佫有没啦？真正佫有没啦？你无差，土市长要连任的啦。处长，小可思考一下，为恁好，唔是为恁歹，小可思考一下，好不？今仔我来你讲安尼了，搁等于考虑看卖啊！你阿麦来我讲好，阿麦讲唔好，等于搁思考看卖啊！我袂真正戆戆讲无塞车来，恁讲会塞车？哈，处长。谢谢议员。我袂遮无聊。我们再跟议员做个报告啦，哈，是。唔免做报告，你家去看。你已经老报告过啦，讲恁无要改。你已经老报告过，讲恁无要改，所以我甲搁这三四分搁甲你讲这个问题。好，谢谢王美惠议员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是廖天龙议员与郭文居议员的共用时间。大家，你讲，那个市长，我今仔这议题吼，你来听一下，听一下吼。我因为今仔议题吼，是因为市民来跟我陈情，伊讲在咱德甲卡德甲遐吼，德川大遐吼，伊有一块地啦，一块地就对啦。是自治区啦，
啊，但是一个区，伊买了后，要去咱建管遐申请建设，伊个讲吼，这袂使去啦，袂使去。爱着因为咱的分区证明内底吼，就写讲重，写讲做主题区嘛。但是后边有块细字的吼，写讲爱用以速地重化方式开发啦。啊，什么说？啊，你做政府给他写一个主题区啊？啊，所以我倒去买，啊，才买了后，才害啊，去签这分区证明才知影讲，哎、欸，后边我写一个讲爱适当的开发了后，才会使。当时就对啦，这样开发，啊，所以讲足济人吼、哦，去买这种地就对啦。这是安怎呢？伫民国1974年3月20日吼、哦，叫做变更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附近特定区计划第一次通盘检讨时阵吼，迄出来是农业区变做主题区，变做主题区，就是讲，但是规定啦，内底规定就对啦。一块增加吼，增加用增加本处，那什么爱一挂公共设施就对啦。譬如讲，市公厕啦吼，市沙啦、广场啦、道路啦，爱一挂公共设施就对啦。这会使落，一准咱就对啦，一准咱讲会当落开发，但是爱国加加落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讲，迄阵啊打，都举办两届的市中会，主办的就对啦，这是主办的，这不是咱市长办的。主办呢？主办的时阵哦，去遐甲遐个人讲，哎，你们等同意是无？伊遐过一半，才会使落去开发嘛，迄规定的嘛。啊，但是，都咱咱迄个吼，咱拄啊出的这个付出人真良心啦。伊嘛提一寡资料我，提供一寡资料我，我感觉讲，哎，伊讲吼，咱甲分析起来吼，咱的公共设施。占比例吼、哦、是49.1%就对啦，要到50%就对啦。咱的工程费占17%，啊，所以安尼了后，出来就是讲地主分的嘛，伊分的当33%，就是讲33%了，对啦。啊，以咱主办的人，唔嘛是还阁赚啊，啊，所以有可能变差不多20%了嘛。啊，当然地主嘛，对不？我出。100坪剩25坪，我当然啦。咱区大征收就是45坪嘛，100坪到四分45坪啊，区大征收啦。啊，咱的即摆迄个，我做迄个市中央迄个吼，货运转运中心迄个吼，分到49%啦。啊，即摆讲啊，平是中央，我分到20%，啊，那即摆许分到人分到45%，甚至49%，当然这个意愿就无啊。这个案吼、哦，市长，那是即马咧申，你个申请吼，绝对袂通的啦。因为迄阵的法令吼、哦，可以，就是讲咱的农业区，一个定位这会使，也可以，但是即马袂使啊。即马一定爱区来征收，啊，区来征收知啊，足困难的啦。即马愈来愈迄个苗栗迄代志了吼，愈困难啦。所以讲，咱好不容易有这个案，有这个案，啊，咱就讲心就走甲杀惊。啊，无咱即摆安尼落，感觉足无彩啦。即摆我阁先声明一下，我无伫遐甲半块土地，哦，我若有我算我早就杀啦，未到32年啊。啊，人来定情，我才要做，因为人定情啊，所以我才要来才了解这物件，我才要处理。我即摆来请教咱地政署的处长吼，咱经过中央改切中央了对啦，经过5个咱公办的。市中会一个主办呢，我咱伫咱消局遐主办呢，啊，甲两个区内征收，这个、成果吼、哦、来，迄、那个市长，咱这个办这个中会，咱市有咧办这，到底是了钱还是趁钱来回答一下？好，请地政处姚处长回答。好，谢谢姚议员。到目前为止这。办的吼、哦，各大征收市的中位吼、哦，才拢赚钱。但是你头下讲的主办的，不是加一个，有两位的啦。哦，两位还佫一个，佮咪伫迄个，迄嘛无成，也无成啊。无，一个新村，一个富国，迄拢是自办。哦，自办了拢嘛是拢是讲，因为咱嘉义市拢较早拢差不多拢产嘛。啊，因为自办了，咱办了啊，办中位了啊，才开始
给咱发展嘛，啊无就袂当去啊。啊，所以讲这电话对咱家己市吼是有好无歹啦，即马讲起来敢有无歹。啊，所以讲咱既然迄、那个咱伫迄个火线转运中心都办落啊，那么年底就要办啦。我即马是咧讲，只要确实啦，确实啦，这个案由咱市政府来办啦，公办啦，来公办，你看呢？会使无？这个他廖委员你讲的这个德川这个置办湿地重划这个部分哦，因为较早地主有置办，也有丢皮过两遍，两遍了有去了解，那去迄个邀请迄个申请师和遐个地主大家来同意，等未出来，啥等未出来，我老诶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咧讲的迄、那个，伊能够领回的土地呢，只有33%-34%呀尔。也就是说也跟那个人相对比较，相对比较他领的土地会比较少，所以地主一般以丢皮灰能升的两遍拢以100年到87年啊拢有升的过，但是拢以后拢撤销，因为无得互即个地主加大家来同意超过一半，所以伫主办的过程当中，伊最造成的终结点还是离迄个公共设施吼。公共设施的迄地，伊就占49%，所以你的费用啊占17%，就剩33%-34%会当分转去。所以，那要搁公办的嘛，一般来讲，那要公办的，你干那费用17%，迄是走未去的。所以，那要安尼来办公办嘛，办未成。哦，你若讲照这个较早这个条件就对啦。对，都困难度足大个啦。无唔对。哦，因为迄、那个。较早主办的时阵吼，因拢去甲地主讲，我去探听来，我甲地主讲，恁就签签咧啦，卖啦袂歹啊，可能买到40%咧啦。哦，啊你，啊人遐地主讲，无，你遐讲几趴，他讲啊，我才要签哦。对啊。啊，所以他唔讲，啊人就无法度签嘛。所以讲，我请一下，好，我正要请教咱杜阿厝的吼，卡叔讲这个公司是占甲50%去，我们有没有办法？一旦无来，即无是咪？但我咱有办法讲，降低这个公共设施。咱即目前吼，咱迄个一般的电话来底，咱的公共设施偌济啊？占偌济？来，请回答一下。好，请陈副处长来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廖议员关心哈。有关于这个事情，就是说公共设施的这个面积的检讨，我们市政府现在不是，我即摆是咧讲一般咱来电话，市的电话啦。占偌济，一般占偌济。如果卖讲这个案，讲一般，超30%-35%左右嘛。一般咱拢超30%-35%的公共设施嘛。这个案到49%，要到50%，我是感觉讲哦，这我感觉无合理啦。但是因为迄阵法令是安尼，啊，咱市政府嘛安尼布起的，啊，当然有些来甲准落来。啊，所以这我请一下，所以咱即马是讲已经这32年啊，是的。32年的病就对了，火线转运中心40栋的病，你嘛给医起来啊？啊，那这个32年，你看医起来无啦？请我讲一下。好，请涂市长来回答。你看有找医无？因为在台中吼，他因拢鼓励住办都更啦，啊，因回或者一讲回15%-20%尔啦吼，但是因为价值土地价值高嘛。啊，恁家己拄多好吼，啊，尴尬多伫即个，安尼，哪会好，哪袂好，安尼啦。家己观察过因咧吼，过去的都更吼，拢是国办，要主办要，但是拢安怎呢？了钱较济啦，干那尾啊，公益区有赚啦，啊，村里些无赚，所以有点困难。但是我的立场是安尼啦，如果能够啊。主办鼓励啦，但是因为农地佫袂使咧，所以我最近想要去找。这办会使啊，这用做哪呢？哦，这个主办都讲这案啦，这案啦。我这个案是民国已经做哪呢？是。民国74年3月20日做哪呢？是财政部准咱来咧办市的电话呢？我按啦，主办都讲因啦跟愿意啦哈，我当然乐观其成啦。不啦，主办这边讲，主办人都不能做哪咧，政府做哪咧？是。起码是咧讲主办的，因为。伊还够利润嘛？还够加利润落嘛？对吧？人去办台中来办什么办？还加利润落，所以他会的比例，咱的市民的咱土地人会较少。对。啊，咱若讲市政来办，对，来赚钱，哎，当还够较济。是。偌济尔？你唔知？5.5公顷外尔啦。
无足济啊，唔是讲足济，你唔知？它不是面积才五公顷多呢，你唔知？嘿，哦，咱迄、那个所以讲，这办这个吼，所以讲来评估看嘛，像刚地政处长讲讲，可能未合哦，哦，啊那安尼吼，这本要一定一定哦，这个我们真的要来考虑一下，啊，无到时吼、哦，老真未合标嘛，那我可以来研究看看吼、哦，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讲公共设施。到四十九趴，就较悬一点嘛啦哈。四十九趴较悬啦，四十九趴呢，唔是八趴。我感觉较悬一点嘛哈、嗯。如果能够稍微减少，说不定可以啦哈。这个我们再来研究看看，是不是用立体化的一个多功能的的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这可以有适当的减少？一般就对，一般一个电话公设施哈，都要讲三十趴至四十五趴呢啦。是。我一般拢安尼就对，总共拢安尼啦。是。刚刚这个案是四十九趴啦。对，还是拢讲的，咱也钱该报起啊。我们都该报起是咱家己，该报起家己爱负责啦。对，我讲系讲，咱即马咱吼市政府吼，都咧办公调整吼，咱家己市区是，家己市区公共设施的调整是，专案，这样来思考着。专案，伫明咱六月二十一，内政部特别开。老师来接来接我，我到。老师，那个前天诶，昨天吼，哎、你唔知，我等下带你唔知去，我唔知啦吼。我唔知这这。你唔知这代志哦？我因为老是一个长啊。没对啊，所以讲，内、底到底是讲，譬如讲，咱的检讨了，专车诶，拢公设施检讨，唔是干一个位尔。咱譬如来讨论一下。我咱已经有检讨啊，是。这个物件嘛，检讨伫内底啊。是。因为咱未使干阿讲。单独把这个案去检讨，你知不知？是。啊，内政部到底该拍的？去拍的，对。啊，所以讲咱是全市拢检讨过啊。是。啊，这个案马上去到内政部啊，啊，早嘛开会啊。是。啊，那是讲内政部同意咱，同意就对了。是。都咱变更的调整的。这个我咧讲讲，我们在思考，那阵内政部老同意哈。同意讲调整。我们马上来研究看看怎么样子来。你讲咱来，咱未使了钱，当然未使了钱啦，对吧？啊，那无了钱，咱嘛得得到一挂遐公园啦、市场啦，讲这些拢得到呀。是啊，我们会啊，而且地方会当发展啊。对啊，对，但讲偏往基础，我们冇发展水啊，不增加地铁水、地价税、交房屋税啊。目前吼。是。主题区虽然叫主题区就对了，咱人扣的税金吼，叫主题区的钱要人扣了。你讲啊，你若无去振作啦，吼、哦，咱主题区，哦，那个黄埔镇名是主题区，是，啊，咱照共扣，咱要讲啊，我都无人开发，啊，要人扣一个钱。是我感觉嘛无，感觉即嘛爱可能爱考量一下啦。这我当然。哦，我感觉话即考量者。迄个叫公园顶面呢吼，为了迄说变为正气咯，伊不能住伫遐搞为做公园用。对，你说的就是公园，现在你把这些我先做来对啦。这个税的不能再研究看看。啊，但是就是讲咱咧百姓来讲是无理，无合理。无合理啦。你又袂使我去，啊，无我去，我对吧？我来去说着。我说变更哦，我是咧讲。那卡输，那真正有变更有贵啦。是。咱研究者。好，那好研究。啊，几炮了后，我是安尼，我建议啦。是。那当了，我咱算算嘞，到底几炮好用，一旦好用呢？是。咱该召集遐个地主。好。做者说明会。好啊。您本来干那会当三十趴左右了呢？我起码来调整，可能有四十趴有可能，对不？您看要同意唔同意？那唔同意吼，冇办法多。恢复到原来的农业区，你冇看赢啦，冇对不？我相信地主会考虑啦。对啦。我即卖变，所以我即卖向我变做。啊，有哦，拢已经去去过啊，所以讲我去过，不过用这比例来，根本无够一倍。你也无法讲，我讲讲变正个吼。哎，伊讲唔啊，咱即卖拢四十五拍五，四十九拍我，现在都爱三四十拍了呢。哎，他会有这种想法，你唔知？对。啊，你讲，哎，这是开到三十拍了呢。我嘛唔知道，迄阵主办都跟会爱下个管，所以家己提下做，提下个遐管理。哎、嘛是咱市政府过啊，系 啊，所以讲，我感觉讲迄阵一旦直接变更，啊，所以要家己用遐管，它规定会比较高啦。是。哦，啊，即马咱即马用通盘检讨过啊。是。哦，唔是干那迄个大个，啊，所以讲，哎、咱遐譬如讲市场，我市场喂，好，我市场偌大片呢？来说啦，啊，市场吼，遐买厝地目前无法度啦。我即马咧，我请坐。迄个咱啊，张开了，开了安怎？你讲过安怎？
嗯，来，哎，副市长。好，请发言。现在就是六月二十号的时候，在营建署的哈、哦、这个召开讨论，召开的这个规划会的规划案的这个审议嘛，审议会哈、哦，大概初步上已经我们的这个草案哈、哦，那个已经通过有通过了、欸，修正通过哈、哦。嗯，来解套哦，啊，你有机会啊。要跟议员说明，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共设施通盘检讨哈，主要的是讲，那这个目的是各个公共设施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伊爱本身爱去监督讲伊有开是不是有开辟的需求，比如说那你市场用地，好，那你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建设处这边是不是有开辟的需求？啊，我们的公园机关跟广场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开辟的需求？那逐一检讨之后，再全部汇整成一案，用通盘检讨的方式来办理。我今嘛目前是讲初步跟审理的，无啥问题啦。是，啊，那现在就是问题不大啦。哎，它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讲如果认为有开辟的需要，那一定是要提出开发的计划啦。对，在这个规划里面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啊，咱今嘛讲，譬如讲，咱今嘛咧讨论的吼，比如讲你上来政府的，有包括遐个下位定地变更无？全部，哎，譬如讲，伫咱老厝用遐下位定地，遐两地嘛。是。哦，啊，甲一寡公益定地，什么以外广场拢总有讨论嘛？全部拢全部。啊，遐有讨论无？遐有咱列入无？这个部分就是讲，阮进前有开一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协调会。嗯。哦。那把所有的这些公共设施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全部都找来，啊、我们都有请他表示意见。因为吼、哦，中央嘛是乐观其成功，咱把咱的校一定地，对，哦，变更做咱的主力库。这台南这专线，足侪人变过，也毋是讲咱啦，是，咱也袂咧啦。啊，所以图书长就讲，这顾虑变吼，拢爱你来医啊，哦，你来医。这个若变更会过哦，当然真若过，咱我相信吼、哦，咱上无啦，咱上无。一直在就绝对走未去的，绝对走未去的，加出来是怎？那所以讲，啊，咱譬如讲，你有甲甲伊讲这无？譬如讲，咱这个公益场地，啊，咱都政府无钱，鼓励甲征收，是，一旦甲讲，一半变更做商业区还是住宅区，一半怎啊还？直接开发做公园，咱有一个比例嘛，他回馈嘛，譬如讲。你公园变做住宅区，它有一个要回馈多少嘛？是，对吧？啊，咱是不是讲来回馈多少？我哪呢？变成讲哦，啊，这块公园用地我都无找个征收，对吧？咱政府无钱啦，无钱个征收。啊，你下落遐下几十担嘛是咧下啦。啊，你若改变成做住宅区，你当然起厝嘛，对吧？价值起来，那个地价都涨起来嘛。啊，哪呢？两边好嘛，因来当来开发，啊，咱嘛有一个公园。拿来立几年可不可行？是，谢谢廖议员哈、哦。其实这个公共设施通盘检讨，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长期没有办法征收的这个问题，没有。啊，所以讲咱无法度征收，咱真正专看嘛无法度，咱讲实在。是。啊，所以无法度，中间咱来想一个办法，讲哎，阮家己来做安呢，换来同意无？啊，后摆减去的迄个立地，我们再想办法再补起来，这个补起来。是。哦，安尼是咱嘛是有立地嘛是有够啊。哦，啊讲。嘛是有甲做一半起来，做一半起来，啊一半嘛会敢开发啦。地主也好，啊咱市政也好，对吧？啊咱若免，咱的经费嘛拢免，咱付钱啊，啊搁趁钱啊。你看这个，无你啥事？啊市长，你看这个案能不能可行性啊？你看。啊，谢谢我们廖议员，非常有创意的，每次你都非常创意，而且一讲就可以都赚一二十亿啊，这个原则上我当然是乐观其成，至于说这个比例是怎么样，我们用原来的 15% 公共用地 15% 就会不会不够，那不够的话我们要这个要到多少，那当然公园会小一点啦，那公园小一点有没有办法用公园的多功能使用，让这个绿地还是比如屋顶竹栽啊、围墙爬犁什么等等还是有产生它的效应，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研究看看大方向，我认为那绿地看没了增加，啊，但是就是讲，改迄个公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切割。好，那么是有够立地，是，啊，加有开发，啊，打落好，啊，咱们好开钱啊。是。哦，我嘛这个方向哦，是，你们来研究看嘛。我们来认真研究看看啊，尤其是利用正币的。好，延长两分钟。好像办事做公共会议，但正币就是其实他自己的啦。他有，但是用这个来研究看看。规定讲，你爱回馈我，这有一个规定的啦。是。那么叫你甲做得好啊，是对吧？打得好啊。是。啊，咱至少话啊，像讲迄个老厝呀，哦，遐校园用地，
啊是伫迄、那个迄所在遐，是讲咱东阿边公，哎呦东阿边学校边啊遐，遐一块校园地，拢一切拢来讨论嘛。那个地方应该也当做运动的整个一个区块啦。是。我跟你说，我感觉遐，做一下来检讨。啊那是讲迄、那个，我都啊那以外遐未无啦对啊吼，还未共征收诶，私人诶，即马拢种公家无问题哦。是。那私人诶吼，那即个我即拄底下讲即个方式去做，比如讲市场嘛好啦，吼、哦、也是讲。供应量地也好啦，哎，拢、欸、可以考虑到这个方向去做。是哦，市场用地，伊就一定要用市场。是，那你无导致，遐无人要做市场用地，要啥？啊，所以是不是讲会当啊处理一下？哦，啊，讲属于咧好一点地，我、哦、是不是当处理一下？是，包括用这个方向去做。哦，我以上这个大方向，我们照这样子来思考一下，谢谢。好，谢谢廖天龙议员发言。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大会休息五分钟。
当然，现在咱继续咱上午的议程，咱继续咱邀请副大委议员起来发言。主席，那个我的时间给黄秋泽议员，共用啦哈。来，现在咱请黄秋泽议员发言。大家好，在，一这样哈。我想来探讨一下咱市政中心、市政中心南北栋大楼。这后礼拜有一个专题报告，哦，我今日哦先简单先讲一下，后礼拜吼讲无了，后礼拜再过来讲。市政中心啊，南北栋大楼，这是自88年丁鹏啊做市长的时阵，哦，迄阵议长萧定王。行政院长萧万长，是市长甲议长甲所有议员去争取落来，是为着要去南北栋大楼，是因为要将咱东区的区公所啦、户政事务所啦、环保局啦、税务局，甚至的是哦，西区的真这边啦，会当的真西区的区公所、户政的。包括地政啊、交通处遮，规拢也集中办公。迄当时用意是安尼，迄时迄阵的张鹏啊市长，甲迄阵的议会啊，大家共同争取，行政院长萧万长吼来同意。这是一个特别预算案，专业补助。这是经过预算，经过议会通过了的时吼。规划设计建造是南北栋做一处发包，工程分做两处发包，南栋甲北栋。这个预算南栋已经起好啊，
啊，北动的工程也未，这个时阵的追加减预算啊，因为物价指数调整啊，7,8,564,600块啊，你啊98年度第二回啊，的追加减预算啊通过，所以即马是北动的预算啊，即马是22,825,700块，这第。咱的真的手头做市长的手头，迄阵的规划设计案，技术服务，哦，这个案啊，是伫89年12月13日签约的啦，哦，啊一直拖到毋免去交东，这个工程也未发包，伫98年的时阵啊，你迄个追加减的时阵啊。迄阵甚至有附带决议呢，交代行政处长啊，啊一当内底爱发包啊，迄阵陈光兴做行政处长，若无发包叫爱下台，结果我若无下台了，即嘛退休啊，哦，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案，也是特别预算案，迄阵的过项是真好，一直拖，因为换市长，这个。规个设计监督建筑师啊，是陈丽珍手头产生的。啊，到黄敏玉的手头，哦，对这就有意见。哦，啊，到你的手头，啊，意见搁较济。啊，这问题一直拢冻伫遮，拢未解决。啊，这吼、哦、较详细细节吼，我拜来去讲较详细。我今日先讲重点啦。这个问题早晚一定爱解决啦。但是。这个合约为89年12月13日，这个合约是存在的，这是市政府发包、市政府签约的，这是合法的，这个合约一直存在。但是咱市政府吼，你市政府恁伫去年11月啦，11月7日吼，去年105年吼，你伫11月。车站的定期会来底，你就表示啦，表示讲你105年8月7日，你就提报一个新建计划去内政部审查。105年8月7日哦，提报一个新建计划，105年10月13日去补充资料，送去内政部。我迄阵听到我就感觉怪怪的，这新建计划，新建计划都已经早就过啊。他说你市政府提报新建计划，市长啊，这新建计划是什么？来，简单点来。涂市长，因为这个代志延宕太久，我迄阵主要是我们的副市长哈、先去跟内政部协调，后来我有一起去。你的新建计划，我来问你讲你问题。他们内政部就是讲啊，恁这哈、这个部分哦，我们。想要把这个钱先框制，那这样框制的话，你们要有说为什么要框制哈？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没了配合他们的需要。你框制，这本来就办玻璃来了，玻璃足够啊，还用几楼底啊？22,825,727,800块，还用玻璃底啊？我了解问我，这个新建计划底啊，预算啊，玻璃底啊，啊，你去报新建计划。对，啊，就是而且什么新建计划？要搞这框住啦，哈、啊，要搞这钱的当。新建计划是你另外个报新呢？话无同款呢？这啊，旧的新建计划啊，话这侪变无同，因为吼，这话不要变特别吼。这我来问问看，你怎么报的？马英，嘿，我讲，我就要问看你报的新建计划是报什么啊？是什么内容？我查看嘛，可能就是迄、那个因为吼。报这边拢无讲得多，因为消防又改一个，又改一个，改一个啊，所以吼、哦，是恁个改哩啦，应该是有个改吧啊，因为啊无个新建。啊，你这唔知啊，我上知。行政处长，应该就来你坐来，你坐来，你这个你唔叫无牙，你这煮水用枪来咩？啊，我负责去改许。啊，你报新建计划，你唔知你坐来，我问行政处长，你先坐来，你先坐来。你这是恁第二回报告的啊，讲恁报新建计划。陈法官处长。你写报告的新建计划。谢谢主席，谢谢那个黄教授。那个原来报的那个新的是重新设计的。重新设计是叫上设计。
当时是那个这个案子是市长指示侯全副市长来全权来负责。Okay, 他是请一个是我们的总顾问是蔡刚廷蔡顾问提出的。阿姨，咱做兴建计划爱急吗？我应该是没有特别给他那个。我到家后，你嘛不我大家知者，后日啊各管局啊你用到兴建计划请来义务的。他本姓呢是我们本府的那个原来就是警官总顾问的，所以他已经有领一些钱了。但是就这个案子没有特别给他另外。我讲，你报兴建计划到尾进步新查，啊新查了呢，有消息无？那个案子后来是没有通过了，没有通过。通过哎、啊好，没通过。今嘛过来，你伫1905年11月29，你阁发文吼，那个建筑师，过建筑师事务所讲，你市政中心别栋大楼新建工程，新建计划已送行政院核定中。你1905年11月29阁报一摆，啊，你阁报什么新建计划？是原来的计划里面，他要再修做修正，又修正，对，修正嘛，搁免钱，哦，啊好，过来，1905年11月29了，搁12月7日，搁新建计划，搁修正计划，搁报一摆，好，报这两摆了，你报去了，行政院这边，伊安怎核定？有核定啥物？他最后那个核定就是说希望我们再重新再因为需求不一样，所以要重新再提计划了。啊，拢无准，对吧？哦，拢无准嘛哈。好，过来，李业新伫1906年2月7日行政院秘书长，佮发文来市政府哦。我们来市政府要求，哦，从咱的先哦，南洞的这一款1,360,669,69元，即嘛的这一款，我叫你来处理，爱含这个建筑师总组合约哈，再费用用这1,360,669,69元去下面处理这啦，处理这的先契约纠纷。是，伊是讲叫这钱恁会当去用，原则同意，原则同意哦，哦，同意你用这一款去处理这问题。啊，过来伊这搁一点重点就是讲吼、哦，处理好事了，搁叫你市政府从你计划到行政院。啊，你这内底这张公司内底是有安的哦，你看好哦，看公司你看好。伊叫你的时阵哦，这这一款哦，只要3,066,969元，准你原则同意你去含伊建筑师，恁有纠纷讲袂好势，无恁去处理，才有只要3,000几万呢。你去好好处理，处理好好势了，啊叫你拟计划，甲报来行政院，啊你含建筑师有处理好势袂？我们是在6月1日。这个正式行文，正式行文给建筑师了。那后续我们看看他怎么提出相关的这个他所的费用。啊、你六月七怎样行文哦？建筑师来这写个哦一大堆，因为我看过唔难几百遍啦。你写呀，每年手头我都看足几遍。这责任就是为单月金，唔免一个金嘛。这个案我已经堆十几档啊，对哦，你比我清楚，可能也无几个，对哦。啊，所以叫你去解决啦、啊。你六月初你拿新闻，新一张文，或者建筑师，讲我来争取契约，安尼敢解决啦、啊？伊行政员讲你要用这只3,000几去安尼解决啦、啊，尽量解决好，我叫你报计划。你即下就张公司讲啊，我要你宗主企业，啊宗主企业，你若建筑师，你会怎样来放点点还呢？安尼我都要点点，后来就宗主啊。因为这北港的规划设计，人已经很靓，971,900元啊，
基本设计跟细部设计啊，迄领啊，领900多万，后部佫5000几万，对。啊，你即卖你也袂通讲啊，到底这你感觉讲啊，我中主机个，啊要安怎优待你，要保要安怎优待你？啊，当然你一当来一定甲你告个啦。啊，但是你一定咧想啦，想讲啊，我插你啊，你去告，告告迄，迄一直告告到尾，反正告10年、8年也咧告，对无？安尼嘛唔是办法啦，对无？总主企业一间公司，啊，而且吼，总主企业有效吗？来，以我看过所有案例吼，总主企业到最高法院，到国定法院最高法院，总主企业无效的可能性比较大啦，因为你写遐理由，迄种唔免你的手头用过啊啦，唔免你迄阵就拢用过啊，你无超出伊啦，所以来当总主企业，唔免你的手头有总主啊嘛。啊，所以你是要用这个技术性的，啊，无你去告，哦，啊去告，告告后摆还过来讲，啊后摆10栋后8栋后，后摆你随上讲，但是这是未使啊，你政府未使公然啊，你违法啦，哦，啊你政府怎啊来先5月初5日，你搁报新工科，报行政院秘书长。嘉义市市民兴建计划，市民中心兴建计划一份。哎，这市政中心，了你怎么报一个市民中心的兴建计划？安、啊、尼钱，钱你搁用这个北栋大楼的22,825,670,600块？扣掉这折一款只有3,016,969块，剩的只，剩的只21,002,006,631块，你用只来报市民中心，啊，这个案子话市政中心啊，啊，你怎么报给市民中心？没有 BOT 啊 ，BTO， 哎、欸，我都一直想无呢，我咧想我那是啊嘛，啊，内政部这个。BOT 内政部有准备，这部分是不是请干部处来回答？干部处，好来，你请坐。干部处，啊，这个5月初我报这份市民中心。处长，有准备。谢谢议长，谢谢议员哈、哦。这个案子5月5日报上去之后，到现在还没有核定下来。那一样核定下来的，搬到行政院去，行政院还没有核定下来。那核定下来，可能行政院的才会准备来召唤你啊。就闹双包了嘛。这工作未使安尼做，工作应该是安怎？你要解决，你连建筑师这边一定爱还没解决。看是这个市政中心北栋的，这到底要安怎过？啊，无大家来讲，两边来讲。来调解，啊啦无去公共工程委员来调解，啊啦无去来法院过，搁我一个阶段讲好地了，但是要搁进行，不懂要搁进行啊，嗯，哦，是要搁进行啊，嗯，若唔进行，这个玻璃医生啊，这个发生吼，哎，麻烦恁搁保留啊，这个案就怎啊无啊，含建筑师解决个，看啊偌济解决了，法院判决解决，啊要搁重新。你要做市民中心，你搁啊写行这个新建计划，他报行政院，行政院方面核准你偌济，准落来了，我做偌济了，你送来议会审查，议会通过，了要进行市民中心啦，应该是安尼呢，你即马唔是呢，你即马怎啊化解伊6月7终止合约，哦，终止合约了，你就做出名。你只要清洁，谢谢。总之，合约要指定你要出名。啊，建筑师你也想啊？啊，建筑师这个权力，伊就开始顶证啊，总统府、立法院、监察院，或、哦、全国的建筑师工会，啊，新北市、新北审计部，啊，嘉义县市的建筑师工会，规个一直顶证啊啦。伊的权力，咱也当理解啦。啊！你也想，伊的这个合约也是合法的，好对无？你讲一张纸，你来讲总组合的，啊，来当安尼做啦。好，你今嘛，比如讲啊，中央话做你市民中心，
哦，中央我准你啊，医生准你啊，哦，伊也加准啊，准了伊一定爱召唤你的啦。伊加准你话，那个开始甲可行性评估，前处做诶，我一直行行行行，哦，行二十六个月，哦，二十六个月你退休啊，啊，但你尽量啊干，签约约咧，了你后代你出来算，你无调，我调，即卖迄个丢掉迄个规个得给你咩用同胞。用最有利标，啊，你用 DOT， 到时我来做市长。我讲安尼即个无效，我劝你，你又讲安尼即个无效，你去告总组合咧，你去告。我要搁有其他的构想，安尼敢会通？市长，啊，你这创造台湾的第一个哦，啊，这用惊死哦，这全国计划台湾惊你啊，重大投资计划、重大的新兴建计划。啊！因这建筑师惊嘛死，哦！啊，这做工程的大工程的大惊嘛死。你一张纸好啊，总组好个，啊，就好啊。你去过，又在你看要过水过水，你工课不是安尼做啊？你这工人错头违法啦！啊，你这这边全国你这么地图名相关的，不是地名多的，怎么安尼误下去？你这个工课要怎收缩？这个工课你要怎收缩啦？看几落安尼做诶，你好啊！你也感觉讲，我拢感觉讲，你安尼我袂合，你写一大堆理由，啊，迄人知啦，咱这啥物理由啦？迄人拢知，迄毋过你，迄拢想过啊啦。我早我就甲你讲，我定期诶咨询，甲你咨询几遍啦，对无？你无可能我拄着啊，无要安怎？哦，你若无要吼，搁继续做，你若是。你规划设计内底，你甚物厉害遐问题？甚物黄敏惠啊？做简报三四十遍，搁修改八十二行，啊！你嘛共修改足侪遍，迄种重复作业会，迄个爱讲讲爱开钱个啦，对无？你想你爱叫改啥？你规划设计内底，你着拢会材料目标啦，你爱甲列列出来来啦。像咧，你要讲甚物绿建筑、节能减碳，迄拢总有啊啦，迄个底规大本内底遐图遐。迄拢总有啊，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迄个绿建筑候选证书拢有啊，多面内底拢写足详细，够银字个啦。今年的银啊，你讲开拢唔是理由啦。哦，你要做钻石级的嘛，有代表做啦。啊、哦，这个问题是，哎、啊，我都袂用互你做，唔免你袂用互做，啊，你也袂用互做，啊，我要找我家己个人啊，讲到底就是安尼。但是你嘛爱较水亏个啊，哦，你想安尼收错咯？安尼你好才要做，啊！你要搞什么？什么先促产、促进民间投资啊？公共建设，这是要促什么产？哎、啊，这闹双包，延长两分钟，你这样变成闹双包了嘛？对不？啊，这案是合法的，恁签的是政府签的，啊，你搁另外搁用一个案，你这样是闹双包啊？啊，那边收费，来，请你，你今晚怎么样嘛？董事长，阿刚哥收到这个美发公蛋摊子了哈，短期之间爱去搞东西爱嘛哈，啊，总是不能当他一直爬红嘛，哎，你这是咱想多一个那个地嘛哈，爱今后，所以那应该给市民做最大的使用，给最大的一个服务，这是合理的了哈。注意说哈，这个。过去再好，一面清楚，他们都不会很了解啦。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不是很清楚，但是一定要用。啊，所以这个不很清楚，你这是法情法典都要看过呢。你啊，当然是啊，我拢准备要拖这啊。你这是经过偌大运作呢？一定是啊。到这种看过要经过偌大运作，甲顶头的行政一笔总是爱做啊。这为你旧年开始运作的时候，外口就风声足济啊啦。对啊，总是一定要。是风声，这都有利人士错过的时候去到行政院，甲会进步。迄用做上啥物人，啥物人，迄外口就风声拢绑好啊啦。你搁用啥物同胞？你包括我猜，你光顾我啥物咧？促餐，是咧套餐啦，促餐。可以不要加啊，纯贵州钱啊，我不然你讲啊。对面这个电脑有利益纠葛哈，这个应该是对。就是利益纠葛嘛。我讲我以前啦，光顾我无，光顾我没有。这我咪跟你讲，绝对不可以。这案啊，我做心哦，放较轻嘞，头壳哦。
较单纯的，哎，这样，反正较无正常安尼啊。啊，你这样啊，有空来就这只大这饼嘛，这大只饼嘛。我别去讲，因为饼太大，我别去讲。我来，我个你讲我强者，你怎来看你咩啊落台？好来，请起定这里哈。现在咱邀请郑光宏议员发言。好，谢谢副议长哈。市长还有市府团队议员同仁还有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十分钟的市政质询的时间齁，我要来跟市长讨论有关嘉义市动物保动物收容所的问题，齁，动物收容所的问题啦齁。这个动物收容所为104年的4月30日嘉义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107次的会议其实已经原则同意变更通过就是在弥陀路这个限制，6月30日经过来进步营建处都市计划委员会第854次的会议，原则上也同意也审议通过了，就是由农业区变更为动物收容所专用区跟机关用地，审议的相关的程序都完备，预算也都到位的情况之下，大家人本来就是讲动物收容所都要等今嘛弥陀路今嘛这个玩具家都要去啊。结果市长伫咧8月参加一个全民当市长我来让你访的座谈活动当中，又公开宣布了说，咱因为要加听各界的意见，所以要延半冬。结果在去年105年的2月底，市政府发出了另外一张新闻稿。单台不当料一摇，动保所还是决定在弥陀路原址兴建。东西起建户发几个新闻告出来，还煞有其事的去讲说，我们是一个沟通型政府的典范。那如果讲为去年3月开始算，工期390天，往后推算，下个月7月，其实就是动物收容所它落成启用的一个时间点了。结果下个月应该要落成启用的嘉义市动物收容所，现在却面临了74流标之后有可能在7月底3000多万的预算有可能会去龙一回修等你。市长，我在这个地方要请教你齁，以一个公共工程无甲4000万，看起来无复杂的工程，结果竟然拖2冬外，这个对于你上任完之后，你一直强调嘉义市政府是一个高效能的政府，你觉得有没有落差？市长，请你回答。涂市长，好，这个表示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招标的工作哈。那至于这个为什么没有人哈愿意承接哈，是钱的问题太少，还是那个 AI 的设计太复杂？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可能要去问一下专业的问题。专业，基地面积1049平方公尺，这种工程要是要平方公尺300多年哈，内底其实伊的设施无偌济啦。对，他们讲这话，当然我也请教啦。你帮忙找人来标啦，你们政治最比较熟哈。那你跟我也请教咱跟你沟通。你来讲，你来讲。拖起来要复杂的工程，结果拖2冬，流标7件，到底市政府有认真去检讨过工，想要招标7件，搁招标未处理的原因无？我这个地方其实只是要特别提醒市长啊哈，这个工程其实你无复杂，3000几万的工程尔，伫咧你市政府所有的公共工程内底，金额这个算是小的，为什么会拖这么久？这个坦白讲，市长你要回去检讨啦。这个你想啊，坦白讲，我很知道啦。但是这个有人愿意来盖，我们都欢迎。选址在黄敏惠市长时代就选址就已经选好了。坦白讲，如果说你按部就班把它完成的话，他们共底立的秋桃、绿行、生菜、光环、公路，我当然喜欢这样，但是那个还要公开招标哦。当然没有，如果你按部就班叫丁叔来行的话，公路拢伫咧你身躯顶管。结果因为中间你因为选址的问题延了半年，好，今天外界跟包括动保团体也认为说，今天既然市长你行政程序要齐备，过单半当也不要紧，不过总是单半当单到去年的3月总是要开工了吧？结果为去年的3月。今年的6月，
已经过当外时间啊。总是对大家人来讲，看起来就是感觉讲啊，既然市长你已经确认，就是讲要将这个位置要放伫咧弥陀路的时阵，想要过当半以后，这个动搜索。前面是为了沟通协调了哈，啊，后面这个是招标，但招标有涉及到这个钱的困难。招标是从今年的一月才开始啦。我今嘛要讲的就是讲，其实为去年三月，你发新闻稿，恁就家己发新闻稿讲，恁要谈原址要去啊。为迄个时间，恁嘛甲媒体记者讲，工期390天，如果为三月开始办理招标相关的一挂程序了以后，工期390天算起来。差不多就是今嘛这个时间点，伊就好啊。结果今嘛七遍流标了以后，医生有可能伫咧下个月阁用收等的。是刘秘书长哈，比较专业的问题，我要请教我们的代理建设处长，也是我们的秘书长哈。秘书长，1049平方公尺，3749万，换算平均的每平的单价115,000块。这交一般的行情来讲，是关阿家。感谢你，哎，主席，还有感谢陈议员哦。他都说讲一平，照这医生来算开吼，是11.5万，照正常，而且目前因子的行情来讲是差不多。差不多嘛吼，其实有较好啦，坦白讲。真好啊啦，而且伊1049平方公尺。来讲，390天的工期对厂商来讲啊，量量啊啦。所以其实我即马要甲你探讨的就是讲，为何医生有啊？平均单价算起来了以后，对厂商来讲嘛是会好。工期390天对厂商来讲嘛是会使做的一个工期。以外，以你专业的判断，上海有标七百，为什么？原因伫对？感谢议员哈。一般来讲，这因着建案吼，安尼来发包，头段咱所讲的是预算，啊，所以预算伊个甲合并底价个一个结合吼，所以有可能会降价。啊，我唔知预算是偌济，但是照这個行情来讲，这是一般行情价。啊，为什么会流标袂出吼？就有足济原因啦，比如讲其他管区啦吼。当你了解过了以后，你感觉原因是啥物？其他的管区拢有种情况，就是高盐真啰嗦，验收真袂过，所以造成人无爱来投标。但本市目前是无种情况。那没有 对，没有这种状况的情况之下，他又七次流标。当然，进前厂商安怎讲？进前厂商一开始讲建筑成本一直在起价，是，一地一修导致他人力成本也提高。可是相关的这一些，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帮他去排除嘛。尤其是伫咧即马咱的签约的条件内底，咱针对一立一修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明定了，在2个礼拜里面，我们给他一天的假，这个是不计入到工期里面的嘛。所以以390天的总工期来讲的话，因应一立一修之后，我们另外在所修订的新的办法里面，其实他有可能在2个礼拜多一天的工期，他不计入到工期里面去的时候。390天以外，有可能够加到30天的工期日期伫咧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是要特别要甲秘书长这边加督促，就是讲即卖你是代理的秘书长，唔通一项好好的一个工课，母甲尾啊钱，那去学中央收等你，迄个真正好笑啊，好，迄个真正好笑啊，哈，市长，秘书长你请坐哈，市长，一个动搜索的工程。一个稳稳，坦白讲，有预算，位置也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一个你也是丢分的议题，结果你母甲尾啊，两面不是人。你母甲尾啊，真正两面不是人。你吼反对伫遐兴建的人，伊甲你怨叹。以外，你无按照时间去将这个动搜索完成了以后，或进前本来支持你，甲你拍破啊，遐动保团体，他认为可以在原址兴建的，伊即马我甲你怨叹。坦白讲，这个部分你的政治判断真的也是有问题啦，哈！一个好好会使丢分的议题，结果来到你的手头了以后，那失去民主以外，那如果想买啊，这3000几万的医生，佮有中央收等于了以后，你面子里子都输了啦！哦，你面子里子都输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跟市长，哦，特别要甲你讲，就是讲这个议题真重要，尤其伫咧今年的2月7日。
当我们的动保法修正完之后，今年2月6号已经规定了公立的收容所有关流浪动物已经是要零扑杀了。那零扑杀上这个政策上路之后，如果在未来我们嘉义市政府没有办法在源头管控上面去管制好数量的话，未来只会有更多的流浪动物它被送到我们的收容所。延长一分钟，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当我们今天市政府没有办法做好源头的管控，让流浪动物减量的情况之下，势必未来我们的动收所一定会爆满。尤其像现在来说，今年顶礼拜咱问建设处，我们就已经超收了18只，我们就已经超收了。所以你今天你不要搞到说最后动收所位置确定了，预算也有了，可是在你的手头里面起不起来以外，面后来家己是要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问题，就是这些流浪动物它根本没有地方放的问题。好，所以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剩一个月时间而已，该是单价，该是里面设备，该是里面应该设计规划要去检讨的所在，进去用用的一个月时间，采购的案子赶快签出来，交发包中心赶快去执行。市长可不可以？起定你答一个好了。这当然应该要赶快，不然都要钱就被收回去，都太可惜了。所以这个建设处我要督促哈，一定要立。但是你说我们政治判断，这不是，这是采购不可以用政治判断的。这采购让不能来，让每天特别去独立某一家，这个部分的讲法是不对的。起定你答吧，嘿，时间能耐。现在咱要请蔡英宏议员发言。主席、起定各位大家好哈。因为首先吼，要来甲市长建议一下啦吼，因为当年来啦，我感觉每一处的定机会啦吼，伫我记过去，尤其也伫咧新预算迄个会期吼，啊市长吼拢啥物啊吼，啊有时啊只重要科室吼，拢去啊阮的同事吼，阮每一个同事用拜访，拢市长亲身带。刚恁去市长的时阵吼，伊就无啊，伊拢叫一个付费联络人啦，付费联络人拢啊用付费联络人咧讲，每一个有一个对象啊，包括你这习惯你嘛甲扣开啦，你这习惯你嘛扣开啦，每厝的定机会，我相信咱各位同事大拢知影，咱拢有一个付费联络人，拢讲啊二万，啊你。这个会期你要安问声，这个会期有啥物有诶无？你有感觉呢？有足尴尬无？哦，你用这绝对是反效果啦！我要来做一个建议啦，希望讲哦，伫下会期开始，你会当甲这个付费联络人哦，毋是干呐？你讲下毋是干呐？你敢拢等到定机会开始诶时阵，啊，叫人来甲咱联络啊？哦，这种风气哦，我看法无好啦。哦，你心会当会当针对这個，啊，这绝对是真正伫黄敏仪市长开始遐开落个。啊，过去张文市长、张鹏啊市长、陈丽珍市长，伊也每一届定机会，我相信，若过去咱在座有伫遐咧个时，恁拢了解，拢会一日去甲阮遮同事拜访，啊，都定机会到啊，拜到这边吼，啊，遮预算吼，会当咱斗帮忙者无？哦，你亲身本人去哦，我感觉。这个意义要较重要啦，哦，所以讲这个付费联络人哦，我希望你也改掉啦，哦，好不好？哦，这是来做一个建议啦。再来哦，我是要讲哦，咱这个体育啦，吼，因为咱嘛怎啊讲哦，处长，告处长，咱伫甘平公园边啊，只有三个排球的风雨球场啊，这三个是建设了真好啦。这个、风雨球场即马建设啊，嘛当杂风杂雨啊啦。哦，但是呢，伊也是排球专用啦。啊，咱排球，哦，咱排球一档伊的比赛，哦，一档的比赛有到，我相信都无两个月啦，使用率都一两个月尔啦。其他十外个月、十通个月吼，拢是闲置，拢闲置伫遐啦。哦，拢闲置伫遐，你知影无？啊，闲置伫遐，你嘛知影讲，最近咱。桌球馆交羽球馆，伫你顶面
的时阵，去互你拆掉去啦。我拆掉只倒球交五球，倒球交五球，伫咱家己吼，会使讲，这运动人口是足济哦。结果无家己一个适当的只球地啊，只球场啦，只场地啦。哦，所以我直接要你建议讲，这三个风雨球场，伫排球是以排球为主啦。排球嘛，你使用着吼，一定要排球为主。排球嘛，要使用着这个闲置的时间吼，你是袂当来多多安排吼，好来设计来规划，和倒球交五球。平常因为倒球交五球是平常是每天的哦。哦，每天大家在那里拍的哦，哦，是不是你会当你啊规划，卖好迄场地，迄几十个月拢闲置伫啊，无咧利用啊，哦，注定你会看人啦。李处长，哎，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蔡议员哈。针对文忠二风雨球场的使用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已经朝这个区块里面正在朝。用 OT 或委外的方式来做处理啊，那当然这个区块里面啊，不管是 OT 的方式或委外的方式来做处理的话，未来一定这个区块一定会，目的就是开放给大家来使用啊，这个利用的，啊你啊你把我规划对哦，哎、啊我的规划，但是你的时间呢，你预定当时会当完成？我是以目前的那个规划的草案。啊，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次，跟代管的学校里面已经讨论过一次了。那里面还有相当的细节，里面还在做讨论。我们希望在下半年的这个区块里面，能够尽快把这相关的议案能送出来，因为这里相关的委外的部分还需要送到府里面来做审议。这个部分里面跟议员来做报告。对，好，好、哎哦，当然我是会当哦，因为你嘛早是倒球棍只乌龟间拆了，这人哦拢四散唔知要倒去，嘛无足适当的。足适当适合的所在啊！是，哦，啊，以我看到迄个所在，吼、哦，平常伫闲坐些时阵，咱会当来，因起码是一定要安坐啊。对哦，咱唔要拍，因嘛要休息一下啊。可以来多使用啊，在没有使用的时间里面，还有可以多元的来做使用。对对对，哎，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当时在跟代管学校里面在讨论的部分里面。我希望讲你把这脚步吼、哦，较紧的，好，开规个设计也好，吼、哦，啊，较紧会当来，或者倒球。哦，倒球加五球，哦，即个即个运动选手哈，即个运动人口会当有一个好的所在，好，哦，这是我当你来拜托，好，哦，谢谢阿叔，蔡英宏议员，主席大家好，大拄啊，阮蔡英宏议员这个建议哈，那是咱甲一挂闲置的这个公共设施哈，会当改充分利用啦，我希望讲哈，啊，咱教育处会当。较积极、较紧的来做。啊，第二个啊，请教咱市长吼、哦，啊，本身伫这个定期会用40分钟啊来讲到咱嘉义市的交通道路设计。啊，你是无时间予咱市长吼、哦、啊做一个说明。啊，即马吼啊，本身用予你10分钟啊，你感觉讲咱嘉义市的这個道路的设计？啊，甲本席讲的，啊，你有啥物看法？来，市长，陶市长，啊，谢谢蔡老师议员哈、哦，关心这道路。你讲了，总共是美化了哈，哦，美化的部分我们是，不，有警官要开会。你讲了，总共是安全。主要即咱这个，咱家己切这個道路设计哈，几啊点嘛哈、哦，第一个。而且路线的设计忽略人行路行人的路权，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错误设计。第二个吼、哦，你就是讲，那个车道的宽度先宽，车道的宽度先宽，你像北港路即嘛就车道3米尔，啊3米吼、哦，即嘛开车的人因会较谨慎、较小心，速度会较慢，所以降低车祸、意外事件。啊，第三，你也是去收思考使用圆环嘛？你要比如说对台当用圆环的，咱民权东路来到台安路这条街，因为车辆少，你搭遐一个当做圆环，来到这雅竹路这条街，这条街做成圆环，啊，减少怠速。啊，道路设计你来讲哦，啊，要转弯啥，这吼、哦、应该就是要去好好去想一下。袂使讲，干那讲哦，伫个图面上列落来，照这个来设计，
啊，你把空间留出来了，车道的空间留出来了，车道你来讲，即马三米、三米五、三米七五嘛，375公分为四米啊，你啊剩三米，啊恁咱市有人建议讲哦，三米二啦，三米会使，三米会使，你两拿两个车道，你会当个会当。这先要个3公尺、4公尺出来，3公尺、4公尺出来，你会当去做人行道，也会当做脚踏车道。啊，你诶中央分割岛诶所在啊，你会当个种树啊。你种树啊落去吼，哎呦，伫树啊卡像即个天遮热，伫树啊卡啦，你会当种遮卡。啊那树啊卡树啊唔查无着诶，你都唔敢种遮卡，迄当要节能啊。所以咱迄个。那个温度啊，那个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还高，那就是这个节能嘛。因为这些都市最想便宜、想环保，而且做法大量种树嘛，种树啊对，咱这城市就会水嘛。哦，路肩这要去考虑啊，车道的宽度要去考虑啊，圆环的设置要去考虑啊，对不对？哦，脚踏车道、人行道的路程，你要给规划出来。我比较建议市长啦，你会当吼，会当对一挂较周边的道路来做。两条，你若当甲做水起来，市民会感觉讲，哎呦，啊，咱的道路哪安来做，唔是足水。哦，伊知影讲，道路哪安来做，一定真好、真水。对两条咧，大雅路甲民权东路。对民权东路对大雅路来到五街，延长一分钟，来到五街这段这条街，你好好甲做嘞，规条路手啊种，中央分割道规手啊种落去，人行道甲做好，脚踏车道甲做好，这路会作水。这两条无争较无争议性的，你会当来处理的，爱、啊、当做圆环，你来。试看卖咧嘛，市长你看你看。对这吼、哦，政策较侪，这段我当然非常非常的赞成。而沿环的部分吼、哦，迄、那个我们再来研究。我特别到中央那个沿环遐，我哦，我你感觉他，但是吼、哦，用这部去搞红绿灯比较啦，那搞红绿灯比较吼、哦，就变作讲搞不了是愈侪时间，这个过来研究看完下咧。恁都爱积极来研究，因为沿环你也想单门沿环都。大门一环，那真的无设定一环，你若设红绿灯，伊车辆回堵啊。对，变得较侪嘛，可能对。回堵嘞，伊只单红灯也回堵啊。是是。就是啊，请市长坐嘞吼。现在咱要请咱五乡民议员发言。出席副议长啊，秘书长啊，叫市长。啊，那即个市府诶，各一级主管，啊，我议员当然，啊，记者媒体时阵，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是咱即个临时会诶，即个市政诶讨论咧。会当讲市政诶代志，会当讲包罗万象啦，吼，包罗万象，会当讲足侪足侪诶代志啦，吼。啊，本身诶感觉咧，吼，我每家己家。就是讲，提这市长，每届市长任内，绝对拢爱做一个较大的这建设，包括我闽南时代咧，我嘛是来讲你爱做一个较大建设，所以要去做一个公道仪，吼、哦，迄、那个公道仪，吼、哦。我想讲，咱做一届市的建设，我感觉嘛是非常非常的多啦，吼、哦。一旦讲咱的铁路高架化。污水下水道，咱的转运中心，包括咱嘉义铁路火车站的广场的改建，将质量上一直叫了吼，一直在完成就对了吼。我再请问市长吼，这铁路高架化，因为这小英总统有对你承诺，一个讲今年底绝对的。来挡土，哦，对，来挡土。咱嘉义市的市民呢，也非常的盼望，这代志一旦系事实啦，吼，一旦系事实。啊，最近
改观，我会早做体操了，啊，走去做运动啦，走去吃饭，万一拄到咱蔡英文议员啦，吼、哦，啊，嘛有人伫遐谈论讲，啊，这铁路、铁路高架化，啊，敢会当自己来开工啦，吼、哦，来动土啦，吼、哦，啊，我是来讲应该，吼、哦。是会当自己来动土了吼。当然，你细部计划、地方变更，即我爱大期间嘛吼。咱会当先为会当做的物件，咱先来动土嘛，即先速嘛，做咱决心要做嘛，对吧？吼、哦。所以，即个铁路高架化也好，污水下水道也好，哦，转中心将整条留落来。啊，我是希望讲你市长。诶，人来，你怎啊继续有咧寻求连任嘛吼？你嘛爱有一个大诶即建设啦吼，大诶你诶铺路，你诶建设，啊所以别分析，就是要来讲即个较大诶建设啦吼。即你啊曾经有啦人讲过啦吼，咱即个北高路两侧，即个我感觉。怎么在做呢？像我有淡薄困难啦，吼、哦，怎么都开始？咱本来咧专案小组嘛，啊，咱专案小组我开无成，啊，都改七月十一，所以开始就是讲，这个百姓的这个意愿的调查，啊，都开始就对啦，吼、哦，啊，都开始就对。啊，我怎么就是讲，发觉讲，本来咧北港路底下较。边啊，这边本来就我有一个主办单位啦吼，啊主办单位迄尾啊嘛是无成功吼、哦、对。我再来讲就是讲，市长，咱因为因应吼，咱未来升级的需要，啊带动咱改市本市一个经济起飞，啊工商业的发展实在有必要。分析啊，你建议了吼，总是你要有一个拉图出来，表示你责任有一个你的跑啊，你的步步就对了吼，吼、哦，你有在做吼、哦，啊，你铁路高架化迄种精条精条啊了吼、哦，对，哦，啊，当然在你的人脉会当一项一项来解决，这讲来是你的功劳啦，吼、哦，我是讲北港路以南。北港路以南就对了，吼、哦，就是北平这边了，吼、哦，北平这边，吼、哦，啊，过去无人咧讲北平这边，吼、哦，某咪人土地足侪伫遐，吼、哦，无做，吼、哦，啊，我就讲，那东遐安尼足侪人土地伫遐在度卖，吼、哦，咱就北港路以南经过，包括咱潮州话因较早因哩地，吼、哦，那都。过去这个北角路这个准高架到这个以南到这个大家厝，因为目前大家厝咧是拢无出路，干啦靠一条吼，靠一条迄个就福车服装店迄条是边尔，干迄条是尔。啊，你若讲会当讲北角路以南遐个规划。这个重卫区，啊，重卫区当然要有一个主题嘛，对不？遐是毋是来用一个发展工商业的科学园区？当然，这个、科学园区是咱未来对该市一个真大的发展。都无咱嘛要有一个大的铺路，讲咱该市咧发展一个科学园区。啊，有必要就是讲北港路。以南到大基础这方面的土地，哦，这都爱都市发展处，啊，这干部处详细去研究这代志了吼。我这个议会，吼、哦，我有提一个案，就讲这个北港路，而且咱乌鸦是杜秋平，为入界时是江秋平，以南这边做一个定位。做这个定位，加上来做一个咱的科学园区，咱用一个科学园区怎么样？
吼、哦，啊，本身咧是感觉讲市长第一任嘛，吼、哦，你嘛讲有一个服务要来发展家己的工商业，家己啊无什么科学园区啊啦，嘛是用市定定，哦，所以有人咧讲讲。哦，啊，市长，安怎？我若讲大市的市长，实在讲，我真歹做啦。有呾叫皇帝、叫天顶的神来咧做吼、哦，你若大市讲会当脱胎换骨吼，怎啊都提出到这话，还成咱大市真正是脱胎换骨啦。我过去历史嘛是安尼强调讲这个的重要性。啊，所以我是咧讲建议讲市长。你要提出你的服务，啊，来北港路以西的这部分的，会当来做一个定位，加上咱的科学园区啊，分析的看法，安尼，你唔知有啥看法无？涂市长，那个感谢咱郭什么李完哦，这个工商你做了解，所以你讲这个。那个科学园区可以在一个，你讲应该是一个北港路以南，甚至到这个高铁大道更加以南啦哈啊，这个部分哈、啊，如果说这个部分可以作为一个科学园区，我个人当然就赞成。但是是不是这个部分哈、啊，我们还要再做另外一个土地变更案？因为这个高铁大道以北哈、啊，要。北港路中间已经一边已经是暗啦，啊，已经是暗，啊，佮已经交内政部也提高高铁咧用，伊拢讲甚物人口无够，甚物讲一大堆，但是这个高铁大道以南的确都讲无，啊，咱无变一边嘛，做商业区这边农业区有啥怪怪，所以这边吼，我有人开始咧建议有一寡做法，啊，你讲这又科学区又不污染的，哦，倒是非常适合咱这个。这个嘉义是种都会型的，有点像台北的内湖，那个黑哈科学园区小港哦，这个我是还是非常非常的认同啊，而、啊、我们来努力看看。啊，是啊，啊你意思我有想要来建议看卖的是吧？就爱动就是爱动，人认同。你的服务爱动水，当然理想和服务是你的理想和服务嘛，对做会到做不到，这是。啊，尽量中嘛，你那有这个头啊？是。连任讲我今日改嘛，有咧想些设计科学的，对于你的政策嘛是有安尼讲啊。是。哦，对嘛？对。哦，所以我是勉励你吼。是。这个吼，延长一分钟。小明啊，你要理解麦克风要理解。即马人咧讲民调，民调，对，吼、哦。我事实我慢慢修正啦，事实我是感觉你做认真啦。吼、嗯，那、哦、我今日来讲，我讲讲这个电脑工会，是，这是互你一个知影，对。我冇改连到，政府看来啊，一个大方，对。目前全台湾的政府，在地的产业，在地的文化，在地的服务，在地分享，是。美国川普写这个一条 ，Many in the USA 嘛。一打好是为着美国嘛？是啦，对、啊，我是安尼来去讲。我过来去研究，哎，啊，因波斯人吼，啊，因波斯人表示讲可能技巧问题，然后我过来研究看有什么方法会当让这人在地吼比较有优先啦。啊，但是另外一边搞不好嘛去找些在地来，啊，所以这本我们再来研究好了。是过来是，什么呀？时间到。什么样？什么样？时间到了，时间很快些。听这里，现在请咱丁元忠议员发言。是先各位议长啊，大家好，十五号双双法案，确定吗？明年107年呢，是九合一的选举啊，啊，选举。今天呢，这個、政治人物呢？就开始热身啦，开始热身。啊，多少人改期哦？错误呢？这铁路高架化呢？咱有通过。所以呢，
咱大权者的政治人物哦，开始做这个题目主题啊，说抛出两个假议题，一个就是县市合并，第二个是嘉义火车站迁移，这个假议题。但是咱呐，咱不要对号入座，学术起舞啊，那就不要嘛。这样呢，可以等了一个给，啊，就是那目的。为什么呢？他们如果不讲话，哎，你们的民代表也好，你们现在不讲话，那该去跟接触人把这个话了，哎，改观怎么样？所以呢，是他们的阴谋啊！啊，所以外公啊，他们很聪明啊，他这些人啊，他这个弄脑筋啦、啊。所以呢，现在这样呢，我们跟谁是亲友呢？哎，对啊，就是一吵起来，他们有交代了，我们有讲啊，对不对？那等下有领导在，县市合并，这三位领导在啊，那东西呢，改区合并东西呢，苏州乡镇市，改区东西哦，是市公所，那医生呢，一挂统计不卡晒啊。后来呢，成立以后了呢，咱拢是开始六十几个、八十几个，后来拢保持啦，百十万、一百十多亿啦，都是这样差那么多嘛。啊，大家在讲，你合并一定要议会同意嘛？议会有可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关于合并问题问题，除了中央的国土规划。哎，在目前国土规划所投资的财力、人力、资源，甚至于哈、哦，哎，整个人民呢，哎，互动啊，然后那边话呢，哎呀，那另外端，他有可能，一下目前小英总统呢，把他焦头烂额了，不可能的代志，所以你取得他讲求情调，我也欣赏。你说不可能，这是对的。你下决心说有果断力，不可能，不可能担心嘛。我担心就是火车站的迁移，火车站迁移。那该些火车站，一转高速有名，转一讲起来是真贵的呢。一个时代的有啊呢，这是国定古迹呢，一定是这样的。那个目前。这个火车那车城市火车这里来往是一共多少人的最想是一千个没得可怜啊当时呢你坐在火车站不干的火车站呢要广场呢是不是广场里最小的不是对广场在那里没有很多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啊这两项哦我本身哦，俄罗斯啦，哦，或者光复卖我本身的光卖，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就讲得很好了。另外哦，这里健康发展园区健康哦，这咱市政府已经都无要做啊，本身无要做，要话民间来做，所以民间抛出呢。专案让受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专案呢，让受呢，就是整个过程啊，整个作业流程非常严谨。另外，还在内政部哈、哦、要审议，还有行政院核准，这表示啊、哦，这个专案让受这个过程，主要是什么？怕像土地上土地脱离了或者土地罪，所以结果那么严谨啊。其中地楼那不被收啊，不要房子啊，啊，北京，一个那套房子，你的健康住宅，会当吸收多少人去买？进数多少人？你知吗？涂市长，这个会当多少人去买？我估计哈、哦，如果盖的话，应该可以一万个，到一万，有我这样卖那么多吗？多啊。有房子，你当当，我当当有几套家嘛？对，几十公顷，几百年，起码十四公顷，
还是十万里到公顷多？这十四公顷是肉地，一个关于公共设施啦，道路加起来是二十公顷啦。那我们未来增加三十公顷，三十公顷一万里，现在是十四公顷，那就要增加容积率，好、哦啊，所以这个会不一样。啊，你那以前哦，路地较宽啦，不是，路地宽，变蛟龙啊。没，你现在哦，现在蛟龙啊，你一定要做的非常舒服。是，就点宽敞，对啊，对，啊，你环境很好，这样才有健康啊。做这么多呢，哎，这钱哦，当时我看嘞，啊，三十几亿呢，哎，如果再收拾起来不得了呢。对，因为那三十几亿是土地计，对对是啊，啊，我一定爱卖啊，对，土地三十几。哎呀，是比没几十个呀！总是要有人来做。所以到处问也简单啦。是无简单的。我拢做无简单的啦。是啊，那说较起码，较起码虽然你很主动，去访问厂商，当中我发现伊这资料啊，这资料是有二十二个这厂商。有啊。那目前为止呢，你去参访访问了，有七个厂商啦，已经有过七个厂商。但我前面已经有八个啦，你去三个啦，过来嘞，高雄市有七个啦，你去两个，台中市诶有两个啊、哦，你要对一下采访的就要拜访他们厂商了对啦，拜会，台中市五个啊、哦，一个拢总七个啦，对啊、哦，根据不实所了解吼、哦，恁有报告无唔对，主要就是我本实有头几位。人当半生到什么就是风化如的那个恩当霜是这是大问题不过大家都是注意这个没错对不对所以我本是说不对嘛是不对你这恩当我哪有处理啊风化期你没有解决啊对没人敢来啦你刚说你现在收了现在已经两个月过了哦而且参观其实有来看的人有四个所四个厂商大家都想去问谁不要问其他问去那个安当康大安昌文化路准备对所以我也不是看没看到不是说、哦、是你事先不是有建议文化路你一定、哦、要做一个财务分析一个经济效益分析等于叫武功你都不做啊有啊我叫做环保局我说你没研究长期的因为你报告一下你都做报告因为我怕公啊，公要用那个叫新进的哈，先比较科学化的，是不是可以把它取代掉了哈？这个部分我们正在请他去收集各国的哈，尤其是德国。那上一次那个陈修之议员说，我们应该去日本看。不是啦，东西不是这样，经济效益不是你所想这样了，你根本就没做了。所以说，你这得分化炉，这个按党的一定要先改观。啊，不然来能挂位啊！哎，行两行呢？如果只会这哦，有你口头这一台的啊，半夜十二点来催你啊，是的嘛？十二点叫起来，我们十二点，来，我们跟你下边，我们跨掉台怎么怎么怎么？啊，大家都跨在，这个人难考的啊！我知嘿，所以我来努力啊。所以不是来跟你建议讲，这所在，这跟我来一起。已经就无可能，你也无要做啊，无经营，应该改换其他的商业用途。其他用途，这个大烟囱就可能都不会点啊，哦，都不会点，人家就不会在乎这个。如果说老人健康，或老人的同家死的，可能你们家死哦，我还记啊，我开了这钱啊，提早死哦。那提早死，提早死。那环保局有环保局有没有经验？你启动这个小姐，你有工资？你天天在那个地啊？啊，现在我全球化那边上面啊，但是真正排放有关拢这个严格严格检查，弄毒啊！我刚刚跟人讲啊，提供几年了？哦，那六千啦，那个新鲜的瓜，哦，不能长放贵啦。是，这需要做清洁。嗯，等一下，非常清楚。结果呢？结果呢？因查起来。患癌嘛，致癌就是六千所处附近的龙背啊、铜砖重接，所有乡镇的同学，干什么？好，还是个钓鱼同学，这看不出来啊！
这个东西你看不出来，不知道，不是对啊，我是比你来讲，你去现场去啊，哎呀，那毒偏偏掉的啦，我是比喻，那我现场测量，测量也掉啊，我测，我想比六千，六千个是讲 PP 无啦，掉，啊看看无嘞，但是一个早起来，一这个乡的男同志，啊这间校学生啊，啊男同志啦。我说比起来可以讲啊，对吧？啊，你爱用你底下这个，我这边生讲，这爱用，是不是？不要讲啊，这样嘿，是不是？会使个改其他方法？是，哎，啊，你可能就可能。感谢丁文忠议员，各位同仁，现在开会时间已经超过12点了，今仔上午议程已经进行到这完毕。但是咱有真认真的议员，张秀华议员从8点坐啊到即阵，要求大会爱讲，所以大会即马10分钟和你讲。没问题啦。谢谢副议长，谢谢各位同仁哈的体谅。那我想应控室拜托一下，我这边呢有一个议题呢，因为非常重要啊，所以利用这10分钟的部分来跟我们市长及所有一级主管来做探讨。应控室拜托。我请市长吼，甲咱所有一级主管大家看一下吼，这是咱北顶街120项至148项吼，大概伫民国101年到103年当中呢，由咱的政府呢吼，营建署吼，以上来做发包吼。那市长，你没有看到这个路面上，敢若亲像炮啊崩过安尼有无？市长，你有看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刚才像崩跑安尼哈，市长。这不相清楚啦。啊，有关一点一点的啦。好，好，请你先坐哈。不相清楚。大概这个路况哈，就是说，这个落雨了后呢，哈，啊，形容这个日头昧起来，啊，规条道路呢，都亲像人崩跑，就跑啊崩过安尼哈。大概就是这样子哈，一看就知道说，好像有这个什么东西哈。这是很空哦，我昨有跟咱的处长哦去过哈，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亲像刚刚叫跑崩掉安尼哦，市长你应该看哦。好，那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所有好那个应控室请切回来。我想请问，我想来请问咱的民政处长好啦，处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刚刚我要你们看的路面，刚刚亲像叫跑啊崩过安尼，你知影什么物件无？你不知道，知不知道？吴处长，不大清楚，因为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对时事不了解，好，好，你请坐。那我想再请企划处的处长，你了解这是什么吗？林处长，不知道，或是那个就是沥青之类的东西，因为雨水所以沥青什么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不晓得。好，请坐。好，黄美璇局长，你知道这什么物件吗？黄局长，抱歉，我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好，那个环保局局长张局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张局长，这个部分我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那市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请市长回答一下。董事长。我看不很清楚，不过我不大知道是什么。你讲抛瓦崩鬼，画面是飘起来，抛瓦崩鬼，稍微大一种感觉。是飘起来，我猜得到。嘿，规条路就是敢那亲像抛瓦崩鬼，你捌去看过人去庙会啊抛瓦崩鬼，一种涂鸦，敢那有诶，敢那他妈家叫抛瓦烧鬼啊呢？你没有见过类似这样子吗？抛瓦崩鬼，我冇管，就我好，都是故意说，差不多就安尼哈。好，我跟市长报告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刚刚有讲过了，北顶街120项至148项。我刚刚在会前的时候，有跟邱者在那边聊天开杠，他的助理也跟我讲，我来区大征收，因在时啊去运动。公务处长，你注意哦。我来区大征收内底，因早时啊，下早起去行路，嘛是拄到同款的情形。我跟市长报告，在我们的政府呢，大概民国88年左右呢，他允许炉渣。张局长，你应该要知道，炉渣在利用啊，就是讲伫咱的公共工程委员会啊，
他同意咱的炉渣呢，伫咱的混合土，啊是咱的沥青内底，伊会当占10%至15%啦。就是安怎解决咱这个炉渣废气再利用的问题？但是这个他必须要有个前提，你必须要去做破碎，然后再做磁筛，再筛分，要经过这三个动作之后，才会当伫咱的经济部的工业局摕到这个证明了后，才会当做废弃物再利用啊。但是因为咱的政府呢，可能是监督不足啊，那厂商呢，就会利用这个漏洞啊，把这个成分加起来，超过10%至15%。地书甲伫这个道路上，等伊落雨了后，日头照咧，反映出来这个矿，这个金矿矿物呢，吼，伊展现出来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台湾呢，我为了这个问题，前几天李长跟李明叫电话给我，我有跟咱的李处长去现场看过。回去之后，我也 Google 网络搜寻很多的资料，发现呢，全国类似这个案例真多。我想要请问我们李处长，我们嘉义市目前，依你知道，咱类似沥青加这个炉渣再利用的道路大概有多条？处长，来，李处长。谢副议长，谢议员齁、哦、几条我不清楚了齁，但是我们市府自办的这个八米道路，我们是没有使用这样的一个配比。那目前有使用的就是中央它有补助。这条它是营建署发包的，没有错。对。如果营建署他们办的呢，因为要配合当时的政策啊，那把这个炉石呢参差当作这个古材的一部分啊，所以有炉石沥青混凝土的使用。那您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因为炉石里面有氧化铁哦，那经过因为风吹日晒，所以它会产生三氧化二铁这样子的一个生锈的一个情况，所以红褐色就是那个锈斑。依据我看到的案例哦，台南七股啊，当初是伊这个就是61号道路，是，当初是伊把这个炉渣啊当作这个地基在做，所以造成一边啊拢淤窟啦。鱼骨啊呢，伊内底饲鱼啊、饲鹅啊呢，拢总死去，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个环境的污染，造成环境的污染对我们人类啊，就是一定有伤害嘛。所以类似这个经营，我拄啊讲着，咱北定街120巷到148巷，咱开差不多一亿的预算，甲这个道路本来因为这个所在曾经火灾过，然后呢，咱退回中央的预算，赶紧甲这个。把你到市场，你到我那个地方点住，我要跟你讲，这伫你进来，明明进来等的医生，伫你的进来开辟完成，我有跟你讲过迄个所在。所以如果今麦这个问题三星，处长，你认为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跟议员报告哈，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呢，它的这个使用这个混凝土啊，它还是有符合 CNS 的标准的哈。那我们先不管这个标准，就是说有出现这种现象呢，那我们想。因为这是营建署试做的工程，我们会先询问说是不是还在保固期内，那要来洽原厂商啊，来做这样的一个保固的一个程序哦，他是不是要把它翻修或等等？是不是在考虑跟营建署，如果那是要个报告当中，对，是不是厂商有偷工减料的？那是你上要求伊抛除，然后重新再铺这个沥青？我想这部分会是我们去跟营建署来谈的这个一个方向了哈，因为我们要先确认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会不会再继续恶化而造成对这个户籍住户的影响。因为过去我看到网络的一些案例，对他们人体开始有危害嘛。如果这样子，我希望说你能够跟营建署这边来研究，重新抛除，然后重新又改铺咯，安尼好不好？是的，这个我可以来跟营建署。那刚刚我有提到，我来扩大征收内底，讲我有类似亲像安尼的物件，我到底在哪一条路？我不确定，但是我来扩大征收，咱是分几期 ，A 系的部分咱分几期，三期，分这三期发包。你可以问邱泽啊，他的助理有讲，他早上每天在那边运动。可能是一期的部分啦，因为是不是？我那不是你的手发包嘛，吼。你有跟我讲过，你讲助理告任了后，你就要求咱的公务处的部分这个。
炉渣的部分，咱再利用，咱无要再用。杨贵妃拢无个参差。好，那我做个结论就是说，第一，我希望说，你也当来营建署讲，不定加120人，加148人，这個、A C 的表文能够重新抛除，然后重新能够改铺好势。第二项，我要拜托你，咱伫市政府加秘书长，你嘛注意吼，在我们市政府未来的合约里面，有包括咱的建筑。还是包括咱的道路沥青的部分，我们一定要严明给记载这个炉渣的部分，我们市政府的合约上来被明定注明，我们不能使用。会当然了吧？这个跟中央的政策啊有点违背。我们成本高一点，这确实有违背我们人体健康啊。台北嘛，那个柯文哲你有看吧？有文创啊。文创房子一块饼流下来啊，柯文哲说 Oh my god， 我还不知道这个物件厝会怎安尼流下来。导演，我想我们来努力往这个方向了哈。我希望我今天的建议啊，市长你这边能够注意采纳。在咱未来合约内底呢，哦，咱有当联文给他奠定这个炉渣的部分，我们嘉义是不使用。起定完了也塞不？市长，请你回应一下。涂市长。这个如果像你刚刚讲是偷工不是偷工减料，这是加了太多，这违背都趁这个机会，到时候我们去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是那时候的加了太多，不然的话，炉渣的再利用哈，其实也是解决。这里国外拢真侪都唔对，但是台湾干部上就是有这个缺失嘛。所以理论上，如果他法令上规定10%，他大概有研究过啊，这样的话不会产生危害，因为夹袂掉。而且是修遮，那个加工那阿门陀阿门，那个生意不会有不搞，阿都能上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按照规定来，但是先把它严格执行。尤其不开，刚刚好给我们看到，要不开，我们说我们摘，不开，我们就好挖下来看看。如果偷工减料的话，我们趁这个地方来注意。这又关于我们百姓健康的问题，这个部分请市长你特别注意哈。对对对对，好，谢谢。因为咱带领议员嘛，伫透早吼，啊，阮坐啊，够一阵啊吼，啊，所以啊，那我就带领5分钟啦，吼，最后5分钟，吼 ，OK， 哎。谢谢主席，大家午安哦。我想针对刚刚郑光宏议员的这个动物收容所的议题哦，再和市长做一个探讨哦，从。这个过程从去年3月都委会通过到现在流标7次哦，这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是想要请问市长哦，就是您现在心中的意愿到底是愿不愿意来做新建这个流浪动物收容所？来，涂市长。涂市长。谢主席，谢谢大连议员，大连议员对这个。毛小孩非常关心，我当然一定会赞成。为什么？因为这不能不面对的问题。所以盖在那里，很多人有不同意见，那个是另外一回事。至于说招标不出去，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钱的问题？哈，对不对？这我们再来研究。那意愿我当然要处理啊，因为这总不能不处理啊。这个好像是毛小孩一定会存在的。市长，我想哦，从招标。一直流标的这个状况下哦，而且到现在已经是第7次了。我想上个会期我们也在那时候是第6次流标，我也有在大会上做跟市长做一个探讨。现在又第7次流标，我是认为如果要检讨，真的有想要做要检讨流标的原因，早就应该要检讨了。那既然市长在这边承诺说要做要新建流浪动物收容所，然后也愿意来检讨这个整个标案的问题，我想在这边我还是要建议市长要加紧脚步因为现在行政院建设处在处理，对，因为现在行政院农委会已经有发出这个公文，就是说嘉义市目前年度应执行本会补助款共3770万哦，然后5月执行数仅323000，执行率为0.86%，且工程已招标流标6次，那时候是6次请贵府速予成立工程小组协助改善发包遭遇之问题，并务必于7月底完成发包，也就是下个月底。如果届时仍无法达成，本会将追减该计划之补助款项。市长，也就是说，下个月7月底这个标案还没有发包出去的话，农委会就会收回他对我们嘉义市这个流浪动物收容所的补助款。所以
面对像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市长这边有什么应对的方式？这个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就是我来跟农委会再度说明，看能不能有延期，积极的还是要赶快有没有什么处理。那我跟我们、我们代现在代处长就是我们市长，他就原谅，他说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啊。他你说延期吗？不是延期的部分我还要去谈，但是不要尽量不要延期。对，我们说越早越好嘛。但是人家不标，我们没办法。但是有他说可能可以去找到。鼓励厂商来接办，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增加钱。市长，现在在时间上哦，已经迫在眉梢了。我知道，这一个月，这一个月而已。一定要。所以，对，其实很多东西事前都可以去做的，好、事前就应该及早去做检讨，是不是整个案子要重审、重新规划，或是怎么样？对，那既然只剩下一个月，不要再增加钱啦，不要再增加钱，因为增加钱哦，都是就一家人。啊，来又就会更加足矣啦。对，但这个尽量不增加钱的，不用再鼓励人家来。你说不增加钱的状况是不增加什么钱？预算，预算。对，现在目前的预算，包括厂商来投标，都是低于我们的预算啊，没有高于我们的预算啊，对不对？不是啊，如果低于预算，他就拿去了啊。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预算是3700多万嘛，对，对不对？厂商来标的是3600多万嘛，但是哪一家厂商我也是不知道啦。我听到的消息是3600多万，那就是它已经低于我们的预算，所以刚刚郑光宏议员才有问我们建设处长说，这样子的一个金额一坪的建筑成本来看高不高啦？好，合不合理？我讲的不是预算的，因为我们还有底价嘛，哈。啊，我们尽量不要说。好，所以说是底价嘛，不是预算嘛。反正总之，市长只剩一个月的时间，那我想明年底，我们也是要底价的问题哦。啊、我们尽量去找人哦，不然的话就收了底价了。我没有跟你讲底价的问题，对，我自己要讲出来的、啊。我现在是建议你哈、明年底要选举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好。当然，对，那既然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方向要往哪里去走了，所以我希望你赶快去检讨到底流标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赶在下个月七月底能够完成发包。我们处长会去想办法。以工期390天来。好，谢谢戴林议员啊，请起定这里哈，阿姨你。副大委议员今天时间都去用只有伊讲要补充2分钟，最后2分钟。大会要结束了，我还是接续这个问题啊。我记得这个流浪猫狗啊，从民会市长那个时候就我们就一直在争取啊，不断争取下来。然后在上个月会期的时候，5月3号的会期的时候，我有再次的咨询过啊，那时候第6次流标，然后在咨询的时候，市长这边你们都是很明确的答复说，第7次的开标一定会让它标出去啊，但是。却还是让他流标齁，让本席非常的失望齁。然后在这里本席还是一再的要求齁，这个工程一定要做齁，这个工程一定要做，因为我们的那个旧的真的非常的破烂，真的不适合我们的流浪猫狗，我们的毛小孩在那边。是在那个脏乱的环境齁，还有那个焚化炉也非常的破旧齁，焚烧完之后的动物的恶臭呢，也都让所有的附近的居民都没办法去忍受，所以有很多的缺失都要改进哦。然后好不容易有了这笔哦，3700多万的工程哦，希望市长哦，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运用它。我们既然讲的，你就算你去拜托人家来做，都要拜托人家来做，因为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的毛小孩是一个交代，也是对所有喜爱毛小孩的所有的广大的市民是一个交代哈。市长这边能够再做出一个答复，拜托人家来也要完成这个工程。好，谢谢，因为我要整理太多事情，这个是建设处，但是我也拜托像你们这种爱毛小孩的哈，也帮我去拜托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解决问题。因为我想这是对市民的，不是说就是市政府来做嘛。我们议会如果有就是来吧，可以解决问题啦。那这样的话哈，功德部你们也要记一笔。好，谢谢。时间到了啦。那个事实上是好啦，会使啦啦。市长跟你问安尼，你就接袂落啊，哎。讲到大家讲过做啦吼，
好，来上午议程到这结束，下晡是小组活动，感谢咱大家多谢，散会。